好，我们开始开会哈。我们现在第九届第一会期第经济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开始开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报告事项：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针对动物收容及源头管理制度检讨改进措施、公立收容所软硬体设施调整配置等进行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动物用物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宣读完毕。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因为所以说今天的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并案询答，那请一并报告。首先先请农业委员会曹主任委员来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本会的同仁，今天我想请教主席，我是不是两项就？我刚刚已经宣告说，请并案报告。好，谢谢。好，那我就先报告《动物用药管理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各位先进，今天大院第九届的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召开第22次的全体委员会议，我首先要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本会动物用药品管理业务的关心跟支持。本次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本人仅代表农委会向各位委员报告，自感荣幸，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我们修法的缘由是为了配合政府要推动生技产业的发展政策，要鼓励生技业者进行技术的研发、移转，开放生技业者委托动物用药品的制造厂能够制造货，向来申办动物用药品的许可证，是为了强化动物用药品的管理跟便民的措施，增订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到国外去查厂的依据，并简化业者输出销售资料的申报规定，并为防止非法动物用药品的贩卖，我们还增列了买卖来源不明动物用品的处罚，以及非动物用药品不得以医疗效能来标示、宣传或广告，严拟具动物用药品的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强动物用药品的安全及管理，维护动物健康及保障食品安全。我们修正的重点，本次所拟的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修正草案有新增4条，修正19条，共计23条。修正的重点如下：一、配合药品产业的发展，将基因改造动物用的生物用品及经公告指定专供诊断动物疾病之诊断剂纳入管理范围。二、因应民众自家宠物的需求，我们同意旅客自国外吸入供自家宠物使用的药品，增列得自国外自行携带不含生物药品的动物用药及其限量的法医依据，并增订违反修正条文第5条第2项的罚则。三、为了防范部分业者以伪造或不实制造厂的资料申请检验登记，或掩饰国外动物用药品制造厂已停歇业的事实，所以授权中央主管机关能赴国外实地去查厂，且其费用由申请人负担。这是在第14条。
第四，我们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义务。本法施行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有关申请试剂动物用药品的样品，以及本法施行细则第十四条第三项有关申请分装输入大包装动物用药品的规定，提升到母法的规范位阶，那是在第十四条之三及二十一条。第五，我们响应政府要推动生技产业的政策，鼓励业者进行技术研发及移转，开放专业研发药品业者能委托制造后得申办药品的许可证，不必自有动物用药品来制造商，并配合修正条文第十六条，明确订定委托制造相关应执行事项的授权内容，这是在第十六条及十六条之一。第六，我们加强动物用药品的贩卖管理，规范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陈列或者贩卖的动物用药品，以及致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或者动物用药品的制造业者，且能证明其来源为有违宪。第七，避免违规的动物用药品广告误导民众，危及动物用药品安全及动物健康，增订非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或者贩卖业者及非动物用药品不得为动物用药品的标示或广告的规定及其罚则。第八，我们简化了输出动物用药品不需抽验样品，另配合业者实际的需求，开放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经核准后得将输入原料药转售至制造业者，以一次为限，并减少业者申报销售量及对象资料，这个在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之一以及三十二条之二。第九，为维护消费者安全、食用安全，群畜、水产类的动物乳蛋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未符合动物用药残留的标准，不得移动、转让或者供屠宰，为食用而加工或者是使用。对于具有特定动物用药的禁药残留，我们得令业者限期予以处理，并增订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规定的罚则，这个在三十二条之三、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之一、四十条之二都有载明。第十，配合刑法施行法第十条之三的增订，删除本法关于没收的规定，在四十三条。这一次的修法是因应动物用药品的管理产业发展所需，有松绑法规，并简化行政程序，务实的强化动物用药品的广告贩卖业者及输入动物用药品制造厂管理，保障民众消费安全，并因应民众的需求，前述修正实在是有必要。那么，感谢各位委员长期以来对动物用药品的管理工作的重视跟支持，并请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指导跟鞭策，那共同维护我们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农产品安全的有序经营。啊，以上报告啊，敬请各位委员来示教。主委，你刚还有一个业务报告什么？还没有。动物收容。动物收容的报告您还没有提到。对，刚刚我们说合并报告嘛，好。好，我们再请主委。对于这个，因应106年动物收容所停止公告12日的人道处理，我们的配套措施向大会
来专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么今天大院第九届的第一会期的经济委员会，由本会针对因应106年公立动物收容所停止公告12日的人道处理、动物收容及源头管理制度的检讨改进措施，提出专案报告。本人仅代表农委会向各位委员报告：一、104年2月4日修正动保法之后，本会积极督促公立动物收容所因应调整，并依法制协助。第一，104年8月31日，依据同年2月4日的修正动保法所增订的第14条第3项授权规定，公告动物收容所管理规则，就动物收容所管理来订定标准作业的流程，建制全国一致的管理标准。第二，本会在104年12月8日修正公告，动物收容所所设置的组织准则，明定公立动物收容所依其收容量每100只要设置兽医1人以上，每40只动物至工作人员1人以上，督促地方政府依法配置人额，其改善基层人力长期不足，以及维护动物收容所的业务品质。第二，本会积极协助各县市政府执行动保工作的软硬体的改善。第一项，协助管理人力资源及加强源头减量。一，自104年起执行加强动物保护行政能的计划，逐年补助各地方政府动保人力办理动保源头管理、动物收容管理以及认养执法的稽查工作。至105年已经补助地方政府专任动保的检查员或兽医师22名及50名啊，收容管理50名的收容管理，加强动保人力资源及稽查的执法。第二，为控制前猪族群，防止强化源头减量，本会103年推动前肢源头管理3合1的方案，也就是施打狂犬疫苗、完成宠物的登记，并做绝育手术。全国绝育的犬猫78453只，104年办理重点区域高密度绝育的推广方案，集中资源，短期高频度的以特定区大量绝育，全国计绝育的犬猫近11万只。我们105年倍增前置的绝育经费，扩大绝育的能量。105年，今年我们绝育的目标定为15万只。在改善收容硬体的环境，103年我们开始执行改善政府动管管制的收容设施计划，累计到105年度，我们投入了4亿6798万元，那么协助地方政府全面改善动物收容的环境。目前既有宜兰、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台东、金门、连江共15处的公立收容所，这个工程的执行中，目标要达到覆盖率70%。那么大部分的工程都是在106年到107年间完工。第三，本会要督促县市推动的因应措施有：一，收容动物可能来源要尽速的有效来减量，那么当中是需要绝育移除。第一，由地方政府依区域的特性，尽速推动前猪
熟情控制计划，深入社区的源头处理。第二，结合兽医师及动保团体，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推动全支族群的控制工作。第三，由地方政府针对辖区的荒废工地、河川区、树林等空旷大范围的区域，容易有全群高风险的区域，重点执行决议。第二，要有效提升收容空间周转率的利用，我们希望领回认养代养。我们有几个小三点：一，公立收容所提供动物中途照顾为核心的功能，而不是永远的家，以多元领域的机关团体合作，开发更多团队协助送养推广，并积极推动动保志工的参与，扩大送养的量能。第二，我们全面改善公立收容所的环境，提高收容动物的健康条件，并导入动物行为的训练，那么结合文创等先导做法，借以转化收容所现况的灵璧现象，成为可吸引民众能友善的场域，提高动物送养成功的机会。我们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在今年年底依动物保护法第14条第5项规定，能订定动物收容所的服务收费标准，对民众送交的动物至收容所要刻以合理的义务，充裕饲养管理经费。第三，我们落实动物收容所所管理的动物福利基准及兽医的专业，我们要协助各县市评估精算所辖动物收容的临界值，将收容的资讯完全公开透明，使收容动物进出平等的状况要全面的透明化。我们要督促地方政府盘点管理工作，思考部分业务以公私协力的办理，如认养的推广、柜台服务等工作，委由志工或民间动保团体来协助。第三，动物收容所的要回归专业管理，新修法令并非规定完全不得对动物执行人道处理，当收容管理机关尽一切努力，仍确实无法为动物提供妥适的环境照养，执行人道处理是维护生命资源与品质的必要手段。各县市不宜以美化临安乐死的统计数字为管理目标，应当以动物生命尊严为本。第四，抱歉，推动辅导，推动动物收容所民营化的提升品质。因应动物收容所需求的增加，我们参照美欧等动物保护的先进区域，动物收容所的业务由民间团体营运，动物收容转型民营化为中长期的重要工作。第二个，部分个人的国产无健全组织来支持，资金来源不稳，国产的主人个人生活品质或者动物饲养的情况实在是很堪虑，我们督促地方政府能够转介劣势案主，能寻求社工的辅导及心理諮商，并培植国内动保组织的健全化，发展大手牵小手的资源体系，根本改善爱心人士困境，并提升动物福祉。第三，我们鼓励地方政府要评估辖内收容所的需求，规划奖励办法，辅导并协助民间机构团体的设置示范性的动物收容所，
本会将持续协助争取建设经费予以推动。五，动物收容所管理人员设置心理諮商协助机制。我们在今年会举办情绪管理的专业课程，提供收容所基层兽医及动保工作人员学习压力的调试方法。第二点，我们要委托专业的团体办理人员访谈，进行心理諮商，协助压力的调试。经访谈如观察人员需要进一步协助，则通报其主管机关，要尽速应应，如调整业务，或者增加人力，或者转介人事单位后续辅导。感谢各位委员长期对动保的关怀跟支持。近年，我们答应多位委员对于动保法的修正，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带动国内动物福利水准的逐年提升。本会尽表钦佩与感谢。本会一直会与地方政府共同面对修法后重大的变革跟挑战，也要请各位委员要给指教、鞭策，也要奖励、鼓励，协助我国动保工作能够在各位委员各界的协助下、期待下，能正向发展，共同营造人跟动物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示意指教，谢谢。好，非常谢谢曹主委哈。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委员质询前，我们原理做个几点宣告：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以六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二，上午十点，好，截止发言登记；三，如有临时提案，请在上午十一点，我们临时提案都可以收案了，那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进行处理哈。那首先请，是不是请廖委员帮忙站在主席？好，我们首先请黄伟哲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是不是请曹主委？有请曹主委。曹主委。哎，欢迎。首先，先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提到的动物用药品管理啊。其实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些动物的一个制品，好，譬如说最近这个卫福部去抽查的，好，就是营养午餐，你看鸡肉也出现问题，那如果蛋好或其他的这个动物的这个肉类出现一些这个农药动物不是农药残留，是动物用药残留，那将来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因为依照食管法、食品卫生管理法呢，还是依照动物用药管理法来这个处理？这两个有点竞合啊。你是不是还是说你到了餐桌上已经变成肉，哦，被抽查出来，或者是在超级市场已经变成了肉类制品，抽集出来、抽查出来就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那如果还在这个畜牧场被查出来，就是依照还是两个都用？请告诉我，两个都可以用，但是在不是你政府施政要有一致的，对，你不能说这个 case 我用动物药品管理法，那个 case 我用食品卫生管理法，不能这样子啊。我们都是以市场的抽验的基准来作为执行。那，可是将来如果譬如说在超级市场抽这个抽查到那个肉类制品有问题，那你要回溯到原先的那个管理的牧场，好。那是到底是两个都罚，还是我们这个条文把它具体化？好，哦，就是说，还是你们把那个施行细则具体化，说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因为两者的罚则不一啊。那变成 A 业者是用食管法 ，B 业者是用动物药品管理法，这样子就乱了套了，不是吗？不会，不会，不会吗？不会，我想在市场抽验的。我们就用卫福部的
这个观，就看他被查到的地点在哪里，我们就要查出他的源头在哪里啊。源头的部分那就是属于我们农委会这里的管理。不，啊，你源头不是，你源头也要去好好去请他改善，没有错。但是源头你发现这个牧场的这个动物用药用了太过那个，可是事实上他是在市场查到这个动物用药残留量超标啊，那怎么办？这能查到的，在源头查的，就是我们用动物用药的，对吧？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如果在源头查，在牧场查到了，你就是用这个对这个动物药品管理法嘛。啊，你如果在市场查到了，就是在这个适用食管法嘛。对，对不对？那你在市场查到一块肉，哦，怎样出现超标，你再去回溯到他的牧场，叫他加强管理。但是市场是用食管法来处理，对，是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说。我们现在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这个讲这个事情，只是希望说你们把那个执法标准那个划一，不要这个变成标准不一，或者是重复处罚。其实我个人是赞成重复处罚，但是如果站在法律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重复处罚了，因为一罪两罚是不对的了哈。但是另一个问题，延续刚刚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这个连 CAS 标章的鸡肉都产生动物药品残留哦过量了，那怎么办？喂，那个不是蝎子，蝎子只是在猪肉的部分。猪肉的部分，啊，对。那卫福部查到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午餐的食材，你们是跟农委会都没关系了？哦，有蔬菜有农，蔬菜有这个农药残留超标，肉类有动物用药残留超标，那你们现在怎么办？不是，还是那是卫福部的事，不关农委会的事。那王委。蝎子是纯粹是猪肉而已，就猪肉 CAS， 对，好，鸡肉没有，鸡肉没有 CAS， 鸡肉没有，那你们将来对于国人食用量那么大的，你要不要订立国家？鸡肉有，但是这一家不，并不是，并不是，对。好，那，啊，你针对猪肉的 CAS 超标怎么办？让兽研，让兽研来追查处罚。不不，我的意思在于 CAS 是国家的一个标准。贴上 CAS 的标章就被认为是没问题的。今天有 CAS 标章的肉类制品被查出这个用药超标，那你这个问题在这里啊？那表示说你这个招牌过去讲那个我们最近那个用油有没有食用油 GMP 的食用油就出现问题啦。那所以说我们才要去处理啊。那讲到那个药品。GMP 的药厂生产伪药、劣药，所以说 GMP 的这个标章，大家稍微检视，你说你合格的、符合标准的药厂，你生产出这样的药，你符合标准的这个食品厂生产出那样的油，你整个制度就要改了嘛？啊，你现在变成 CAS 也被挑战了嘛？我刚问的问题在这里，那怎么办？这个委员啊。除了这个 CS 处罚以外，嗯，我们的原有生产业者一定会受处罚。CS 是产品里头可以追踪到是哪一家的。就消费者来讲，大家看你这个 CS 标章，你或是你要正告消费者说，我们这个 CS 只是让你一个产品溯源那个生产履历哦，并不保证 CS 以后就生产的农产品就是这个贴上这个标章不表示安全哦，你要这样讲吗？不是，先来来来来，按一下，不要激动，按一下，那个听不到你的声音。讲 ，CS 是非常严格的管理。对啊，一旦它是超标，我们当然是非常严格的处罚。对，没有错。但是你如何重建消费者的信心嘛？我们。希望现在这个金字招牌有问题咯，到目前为止 CS 还是很好的，我想很好都超标吃下肚了，协同不是协同这个这一次不是啊，这一次不是，这一次的那个肉品，来来请局长来，房检局长，这一次那个肉品查到氯霉素啊，0.7 ppb， 这个不是 CS 的肉品，那我们已经去回追云林，来自云林的，那
这个绿莓树，我们已经在102年全部回收下架都没有了，就禁用了。所以这个对，所以我们会追查。好，我知道。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要告诉国人说，这个 CS 是 OK 的，这是查到了营养午餐团膳是没有 CS， 是不是？这样才能更确认啊。你如果告诉我们说啊 ，CS 我们还要再去，它是 CS 的厂，那就不行了嘛，对不对？另外一个问题，您的书面报告关于这个所谓零安乐死，零安乐死，请问一下主委，是法律还是政策？我想这个是是已经去年贵会已经通过的法律，那是要全国不是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啦。是立法院通过了，对吧？对，是法律。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106年2月4号。明年2月4号开始。对。可是，在你的报告里面，第三页的第三点，动物收容管理回归专业，新修法令并非规定完全不得对动物执行人道处理。好了。当收容机关尽一切努力，仍无法为动物提供妥适照养的时候，执行人道处理是维护生命尊严与品质的必要手段。各县市不宜以美化零安乐死的统计数字做管理目标，更应以动物生命尊严为本。那是怎样？零安乐死破功了，还是你就宣告说？政府穷尽所有的努力，你看，增加的这个兽医师只能增加52个，好、哦，增加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员只能增加增加兽医师增加22名，管理员增加50名，那这样子你能够以一位兽医师处理管理100个或 take care 好、哦、照料100只，就以犬只为例了。那就增加收容2200只 的犬只而已啊，流浪的毛小孩而已啊。所以主委，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零安乐死是诚意过高了，是不可能？以现在政府的能力跟收容能力来讲，人力跟收容能力来讲，因为有时候要不然怎么说，在收容所里面的狗，有时候它是很难以来疗养或者施救。重病的兽医师，重病的有兽医师来专案专业的判断，是，到那种情况之下，就好像人在医院里头安宁病房，安宁病房的状况之下，是吧？也给予人道的处置，并没有把这一道门给关死掉。但人可没有注射毒药，人道处置的，人是让你这个要由专业的兽医师来做决定。就是你这个出发点。我理解概念，我懂，比喻不是适当的了。只是说我想告诉您，就是说，如果对于您现在是不是宣示说，重病的无法得到医治的，譬如说像猫艾滋病，那是无药可治的嘛？狗还有很多这个病哈、哦，是无药可治的嘛？那与其无药可治让它痛苦的那个，不如就让它安乐死，人道处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只限于这个无药可治的这个动物才这样子？你要清楚的告诉我们。我想来，请处长，处长说法是没有错，你这样说没有是这样子哦。好，处长你要补充。委员，我们这边补充一下，目前修正过的动保法，它是还有例外授权可以人道安乐死的，也就是说，罹患法定传染病或体弱或重伤，影响生活品质的。有这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明年2月份之后，这个部分还是我懂这个我懂。但是除了这个区块之外，你如果碍于人力、跟收容的空间、跟资源、跟你的经费、哦，跟你的聘用的人员，实在无法负担一直涌进来的流浪动物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有没有备案？来，你告诉我，请告没有那个主委，你看我问那个承办的处长，你看依据是这样，你们是怎么办？目前我们是整个希望系统性来做，那当然因为不，你要讲出底线了、啊。我们的优先底线是优先照顾。刚刚主委讲说，各县各地方政府不要用美化数字零安乐死，那你们自己的也不能美化数字啊。你要告诉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要怎么办？
我们会优先确保公立收容所的收容品质。好，就是不再收容，但是确保已收容者的品质，是不是这样子？在动物法、动物保护法的角度上，好，就是不再收容嘛，好，但是也是，除非刚刚有那几个例外，才这个安乐死或人道处理。那基本上收容间呢就不人道处理了，好，基本上如果没有病、没有法定传染病、没有其他不治之症的，对不对？对。好啊，但是因为收容所的空间限制，好，所以说为了确保品质，就可能会面临到不再收容，是不是这样？好，那就清楚了。谢谢诸位，谢谢各位。现在请廖国栋委员。谢主席，各位委员，我们有请诸位。诸位。廖委员好。诸位好哈。关于今天我们要谈的动物用药的这个修法的部分呢、我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支持这个修法，这是从基于民众的健康来着想啊，不管是我们吃的，或者是因为我们跟他为邻嘛，每天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部分的管制好，就同时啊保护了民众的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是我今天要跟诸位谈的比较广泛一点哈、就是整个农业的政策的部分呐、我们就从今天这个题目动物用药这个议题啊，看起来啊它是对这个经济动物的哈、包括现在越来越多人爱宠物啊，是针对这两个大项在做这个动物用药的这个相关规范。但是对野生动物呢，我们因为它是野的嘛，所以我们也不管它，但是它对人类所造成的损害的伤害，包括健康的这个议题呢，我们倒是很少琢磨啊。对不起。所以啊，今天这个题目让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是啊重动物啊轻农民啊，诸位，我们一直在保护，当然是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前提呢是保护动物，但是对农民的部分呢、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一些地方，我会跟你探讨。这个题目我想你已经很熟悉了，猴害。猕猴啊，在台湾已经造成了非常多的农民的损害。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是几乎啊一筹莫展了，诸位。所以我等一下我跟你探讨这个部分。令人更是触目惊心的是，昨天报载，嘉山基地因为猕猴爬到他这个围墙上、电缆上，造成了停电七分钟，诸位。造成了七分钟的停电，那个是国安的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嘉山基地的事，停电七分钟造成的损害，当然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用量化说损害多少，但是它已经是国安的议题。假设今天这个猴害是发生在一个科学园区，造成了整个科学园区的停电，你想想它的造成的经济的损伤啊，那是没办法去估计的啊，没办法去估计的。我自己的故乡，我想的故乡也是一样啊，我台东啊，因为猴害的关系造成的农损呐、当然不是规模大，但是不计其数的农民，他一生辛苦种植的这些果树啊，因为猴害啊造成的损失、啊，过去连补偿都没有得补偿，诸位，好在我们今年的三月还是四月的时候，我们终于通过了一个补助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准用天然灾害、如果农民造成了损伤，我们准用天然灾害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有一点点的补助，但是还不完整。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我现在 看到了这个日月潭、日月潭这个猴群、挡道在马路上一挡，那个骑自行车的都不敢过去，只好回头了。那我家呢，我家东河乡这个猕猴不是跟伤害的有不多，但是呢
人喜欢亲近他，但是被他伤害的经常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猴害。我不晓得诸位， 我想你屏东也是一个受害区了，你有没有比较新的想法？过去我们能做的都做了，那现在诸位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如何处理这个猴害？不要再搞个加山基地，这个太严重了， 我认为太严重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农事所事实上有研发防猴网，防猴法规吗？没有网。哦，网啊，那个网不好啦，啊，诸位不好。那么初步的试验地区是不错的，那我们想要去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已经事实上，坦白跟委员报告，已经不管中央政府、农事所改良场、以及地方政府、乡镇，都已经想尽办法。是啊，各种方法才是的的确确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期待了。可是，宝贝呢？啊，现在怎么办？我要坦白讲说，到现在为止，你也一筹莫展，是不是？我要坦白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啊，这个澳大利亚为了处理它的袋鼠过量啊的问题呢，就每年的七八月准许去射杀一定的量，但是要报备的。我今天射了几只。可以报备制，然后来管控它的整个量。我们的猕猴，你追都追不到，它在树上窜来窜去，你根本就追不到。然后它的总量你也搞不清楚，你怎么去算它现在到底危害的这个数量有多少，你也搞不清楚。是不是啊？容许啊，原住民的猎人呐、啊，去射杀，一样报种制、报备制。啊，今天我杀了几次，还给你领奖金，这样的方式啊，能不能管控它的数量？现在是猴害非常严重哎，诸位，你不能给我说啊，我就是没办法，以前办法都用尽了。你没有看过一些猴子、啊、非常的聪明哎，诸位，他去采去吃那个果农有没有的那些果树啊？农民丢了这个鞭炮啊，挂了电网都没有用，搞得那个农民啊哭笑不得啊，还有农民就当场就哭起来，看到那个果树啊已经快要成熟，准备要采收了，结果猴子这个咬一下，那边咬一下，全部都咬。然后猴子呢看到人来了，他就跑到那个园外，哦，就他围了篱嘛，跑到园外，然后那个农民呢、啊。打也不是，怎么也不是，就哭起来了。猴子在外面拍手，哎，你知道吗？你没有看过那个影像，真的是这样，哎。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不要认定猴害继续的让农民的损失无从补偿。你现在的补偿啊，你们今年出了一个关于农民的处理猴害的那个规范要点。在今年一月份，你们补了，说一年啊只编了800万的经费，啊，让全国的猴害的这个县市啊可以申请，一个县市至多100万，一个农民至多4万。诸位杯水车薪呐、啊，根本就不够用。我台东一年的损失，搞不好就超过这800万呢。你屏东可能更多，你的这个地域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我刚那个提议，你觉得怎么样？让原住民去报备，去射杀，给他补助。啊，这个方法的一个其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来考量。Yeah. 是，我是很严肃讲，不是开玩笑的哦。让那些想要打猎的又有猎物可打，哦，猎的还可以去跟你这个农委会申请补助，因为他协助了这个猴害的这个状况嘛，是不是可行？还是你要严厉一下？我想，应当给我们时间演绎多久？你告诉我多久？多邀请更多的专业者来讨论啊！我们也希望社会要达到共识。当我们有提出一个方法，而很多团体又有意见，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很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之后来施作。诸位，我同意你这个话了，因为。我前年跟这个林务局的局长啊，李局长一起到东河去说明
猴害防治，有大学在做研究啊，也同意用射杀的方式来控制它的量，但是后来这个并没有被采用，就是你讲的所谓社会公司，我不认为 社会公司就一定要有，我们要的是管控管理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说？完全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你要多久的研究？告诉我，不告诉我，你要研你多久？我想应该这里好几个通案了、啊、哈。过去我们在大武山在保护的时候，对呀、啊，就划定有一个核心区，就不能动它。某些这个边缘地区就可以有限度的去啊捕捉。那么这个是全世界普遍都是这样子的，有共识这样的处理。那我觉得。应当要把其他的动物，比方说像垦丁半岛的梅花鹿已经是冲刺了、嗯，已经冲刺 到已经到沿外去了。对啊，农产品也都损害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很多种像这类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共同讨论，而不是只有一项一项解决活害都没有关系。你要多久？我要知道。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办理公听会，好吗？很好啊，好像以前也办过公听会啊。有共识的话，我想。列入法律，列入法律，而不是一个办法啊！最好当然是。诸位，你最少告诉我你要研议多久嘛？多久的时间你可以研议出来？这里还要办理公听会，事实上是要有一些时间的。半年是没？半年。好，我们就用半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我要问你的是，这个农业基本法昨天在研议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农委会同意。开放一万公顷的农地，让农地种电这个事情呢、啊，哦，就是太阳能的这个发展啊，电能。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同意让农地释出变成农地种电这个政策吗？委员，我们目前是以不利耕作的区域以及沿滩地、沼泽区、湿地。如果是国家的湿地，那当然不能试作。但是这样子的范围，以及经济部所公布严重地层下限区，已经是没办法再耕作了，或者不鼓励它再继续抽水了。那这样的原则之下来考量，它到底有多少面积，而不一定是一万公顷。那你们做过相关的调查报告说，哪一些或者要多少的范围可以做？然后做出政策，还是说你们先讲了，然后我们再开始研究？初步有套过图。你最起码也要开一个调查会议，开一个公听会啊，让哪一些区域会变成这个种电的农地？包括之前我们这个宜兰啊，这几天也是备受讨论了。我看好多媒体都在讨论宜兰的这个农地种房、种楼这件事情啊，现在又搞了。农地种电，这个将未来的台湾的农业发展是令人担忧的。诸位，你作为一个委员管理者啊，我们并没有要把优良的农田种电，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误导了。我们以初期黄金南道就有1200公顷，不利耕作的有1200公顷，沿滩地就有4000公顷，有很多已经是低于海平面的，那加起来。可能是超过1万公顷，我们初期是以这个为目标，而不是要去剥夺农地。那么农地事实上在日本也在可以叫做农电共生的一个体系。那这个体系要有很严格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开放。所以并不是一下子大家通通来啊，就蜻蜓点水或者蜂窝式的去种电。到目前为止，所以请委员可能误会了。不只是我误会，全民在看啊，是所有的民众都在看。OK，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了。所以这个事情你们要有秩序，不要先放炮、哦、然后让大家就攻击你们。你刚讲的很好啊，有一些地已经不宜再农，那我们来做转移啊、它的使用。这个我们会同意啊，不是你们现在的做法不是吗？你们就直接说我们要开放一万公顷？委员没有吗？还没公布，所以媒体乱讲。那我想是说，我们先写好，时间已经到了，听到我们希望保留时间给下一位委员来开始执行，好吗？谢谢，非常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徐永明委员
我们有请主委哈。哎，席位好。这个主席好，主委各位先进大家好哈。主委，其实我蛮仔细的把你这个关于因应106年动物收容所停止公告12日人道处理这个配套措施的专案报告，把它好。那我想，主委是这样，就是说因应这样一个新的措施哈，其实我想农委会跟一些基层工作人员这个压力都很大哈。那农委会在这边也提到说，你们要做一些努力哈。那我想我还是要提一下简医师这个事情啊。他是桃园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的园长哈，那他那时候服用动物用药自杀身亡哈，那很多人觉得这跟他的工作的内容跟工作的环境有关系哈。那主委你那时候也讲说遗憾跟不舍哈，那要跟地方跟民间团体一起来努力哈。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哈，其实主委我比较觉得。你的资料里面呈现，就是说，根据我们动物收容处所的设置组织准则，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兽医照顾100只嘛，好，不论是流浪的猫犬，好，然后我们管理人员是40，工作人员是标准是40只。那主委，这是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104年，我们驻场的兽医人数只有75人。平均每人照顾的量是1263只，好，这个跟100只，我想这个比例是差距很大。好，本来应该照顾100只，结果他照顾到几乎是10倍以上。好，104年虽然好一点，哈，978只，好，这是平均数。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虽然在你的报告里面讲了，哈，你们105年度，哈，已经投入了这个兽医师22名，跟这收容所管理员50名，可是其实离这个兽医师收容量100只动物配置兽医师1人这个标准还是差距非常远。更重要的，主委，其实人数哈，从103年、104年来看，人数并没有增加多少，主要是因为你收容的这个数量下降。那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就会觉得说，那简医师的故事，可能很多人讲说有各种因素，可是从这个数字来看，这个比较像是制度在杀人，因为这个数量实在是太高了。从我们农委会的标准来看，这是10倍以上的工作量，好，所以我就说这是可以改善，可是这个工作量太大，对他个人的压力太大。你从某种角度真的，主委，我当然知道你刚上任，可是我的意思说，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降低我们这些基层兽医师跟这个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我知道你有投入，可是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是不是配合其他动物这个兽医师，不一定是专职的，兼职的部分，因为我可以看到桃园这边就是简医师所服务的处所，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长官们，在桃园简医师他的工作环境如何？他到底有多少兽医师？他处理的这个动物的量数如何？这样。跟委员报告，桃园目前的编制兽医师应该是5人，那他实际上只有3人。然后是专任的，那当然 有一些若干的兼任。那第二个补充是，委员上面提到那个数字是全年的动态的一个数字，所以以平均来讲，现在的兽医人员还是照顾在100只的这样标准，因为那是全年度的。我知道，好，我就是说100只，那其实这样来来去去，其实数量还是相当多。我们有没有什么？我当然知道这些可能是属于地方的事物，我们中央有没有什么方法？好，除了去评鉴之外，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协助？好，尤其像以桃园这个，它的量如何？好，简医师他所面对的工作环境如何？好，你们可以做个报告吗？还是你中央这边不是很清楚？桃园的一个状况，在相对其他县市来讲，是相对是收容环境是比较好的。那可是因为它的收容量是蛮大的，以目前它一年的收容量大概是将近
大概8000只左右。嗯哼。那所以整个的一个工作量跟那个工作的负担是重的，这是事实。那下一页哈，这是你们之前的一个 PowerPoint 的报告哈。我们前面谈的是人数，就是量的问题嘛哈。这边谈的是所谓载氧量跟适当容纳量之比例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可以看台南以上哈，台南市、苗栗、新竹市，甚至嘉义市，所谓载氧量应该是适当的量，就是实际氧的，对不对？那它适当容纳，这个200%，接近200%，哈，超过180%，我就说这个部分应该是超载了。好，我看你们报告里面有所谓临界值，哈，我当然等一下想问一下这临界值是怎么设定的。你可以看到至少有4个县市是超载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办法去疏解它？中央有没有可能做什么作为？这样，而且我想这超载是那个环境应该是相当糟糕的情况。跟委员说明，那超载的一个部分，在收容所的管理里面，只要收容数量多，收容品质一定会下降。那以目前这几个县市的一个收容状况是不理想的，那我们现在去协助的部分，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专案补助人力的部分去协助这一块。因为按照你们的标准是每一只动物应该是5平方公尺，所以你的这个适当容纳量的空间是以5平方公尺来计算吗？是按照每个收容所当初设置的时候他所规划的最适合的收容量。那它是以5平方公尺吗？整个的面积是5平方公尺，那可是规划饲养的面积会比这面积稍微小。哎，对。好，那所以如果它超载到180%，所以一只动物它的空间可能就更小，可能到2公尺以内，甚至比2平方公尺还小的情况。如果不考虑体型的话，是有这个可能。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农委会，我的意思说，如果这几个县市是比较紧急的，农委会在投注这些经费跟资源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针对这几个县市来改善？因为有几个数字真的蛮有点惨不忍睹。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好，这是高，对不起，我们不是针对个别县市，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个农委会要注意一下个别县市的情况。各位可以看到，所内死亡率在高雄市、嘉义县跟南投都超过25%，也就是1/4。这个是诸位，我们来想想看，如果4只动物送进去这个我们所谓公立收容所，有一只是一定在所内死亡。这个从政府的角度，从人民的角度，都是没办法接受的。我真的很希望说，这个长官们来跟我讲说啊，这个数字是错的，是我搞错了。好，这个数字是很低的。所内死亡率真的太高了。我们看一下南投县这个案例，这是106年4月。诸位，收容270只，可是你知道人道处理的只数是167只，所内死亡的只数是98只，也就是你当月收容了270只，可是当月不论是安乐死或是所内死亡，死了265只。我当然知道这中间还是有这来来去去的问题。270只进来，可是当月有265只，不论是安乐死或是所内死亡，这个数字是没办法被接受的。这个数字是，我觉得中央是一定要介入的。好，我觉得中央这边是不是可以，农委会这边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态度是。虽然这都是地方事务，中央只能从补助的角度，可是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强力监督或是评鉴甚至直接介入的方式？好，这边主管机关可不可以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可怕。跟委员说明，目前针对各公立收容所，我们年度有办理年度的评鉴，这些项目都是指标。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委托公正的第三方进行不定期的那个抽查跟随机的一个访视，这部分我们也在加强这一块。我最后再讲一个哈，这是发生在嘉义县的案例哈，我想县长也非常的震怒哈，在处理哈。我只想请问农委会，因为他送去的车辆哈，
是我们政府的车辆，虽然是地方政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管制，我们当然说啊，送去狗场是民间的狗场，他们我得对不起，因为时间来不及的关系，我也想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追踪的机制？我们不能把这个送出去就算了，因为只要他不是在我所内死亡或是安乐死，我就达到这个数字的降低。可是这个输送过程还是我们政府在做，农委会不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设定一些标准吗？我们可以说，场内每五平方公五平方公尺是一只动物的量，那在输送过程我们没有管制吗？我们没有对这个过程有任何管制吗？逮捕的不是逮捕，就是你把它这个拘捕的过程、运送的过程，我们都农委会有没有相应的管制在里面？这个部分其实在动物运送的部分，或是人道捕犬部分都有相对应的规范。那这个个案是没有去落实这个没有个。那我们有任何惩处的措施吗？目前在县政府的内部的行政处分。那我们农委会能介入吗？还是就只能认看，就定了规定，然后看地方政府要不要做这一块？我们那县长震怒处理，我们农委会没办法有任何机制去处理它吗？这一块除了我们监督以外，能够琢磨的是我是建议新的主委上台以后，其实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多人关注，我觉得不只是关注的问题，而是那个数字哈，从一个现代文明政府的角度而言是没办法接受的。270只进来，当月死了265只，哦，这个让台湾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没办法接受的。主委，这个部分是真的要去改善它。好，哦，好，谢谢。报告徐委员哈。我们希望未来呢能够引进民间的动保团体也一起来协助，同时也一起来监督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更想问的是说，对不起哈，你很多民间动保团体或是这个所谓私人的狗场，你怎么去监督它？我们有追踪的机制吗？你不能把动物送出去说啊，这个是领养，领养比例越来越高，安乐死的比例越来越下降，可是所内死亡的比率全国而言还是10%以上。好，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民间来做，甚至民营化是未来的政策，可是你要持续去监督它。这个数字啊，我真的要讲重一点，是台湾之耻啊！270只进来，当月死了265只，这是台湾之耻。好，谢谢。这位，我们将来一定会一个追踪透明化，这个月是进了多少只？那么我们处理人道处理的。那个重病没办法医治的，必须要人道处理的，我们都会公开。对，主委，我因为你回应了，我继续追，就说我觉得最好哈，农委会有个网页，把这些资讯各个狗场，或者是我们公立收容所，比较更重要 detail 资讯出来，因为很多动保人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对，我们也不要让他觉得说政府其实不 care 这个事，好像检疫室的事情过了以后，大家都不关心。如果你有个网页，把这些资讯更公开透明，搞不好可以让更多人投入。这本来你们的政策方向嘛，对不对？引进民间的力量，更多人投入协助以后，我想更好。好，谢谢。好，对不起，一定会公开。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好，谢谢主席。啊，可不可以请曹主委啊？有请。主委你好哈，那个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水产试验所是不是您这边主管呢？啊，对，是属于农委会。水试所哈，对。那个前几天报纸有登啊，那个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哈，成功镇那个三仙台啊，这个看到了，这个定制网捕获了2头母虎鲨了，啊，母虎鲨。那个第一尾呢是产了38尾幼鲨，那第二个呢是隔天抓到哈是37尾小鲨，75只幼鲨，那现在是在水产试验所呢，他们现在正在呵护了哈，那准备要野放，那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没有？哦，我们谢谢能水试所在就地就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么。这个海洋资源的的确确是要全民共识，而且要来保护。整个生态系它一定是有一个
相互需要、共效力的。我们不要特别只对于某一种这个一类动物特别的捕捉它。我觉得这个生态系那个定制网方面，那个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规定没有？这个定制网，定制网在授权给地方有一个专用渔业权。嗯，那么我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由台东县政府渔会这个授权养殖的，或者是由渔业署这个地方它的定位。坐标我还不清楚。好，这个事实上呢，我只是用这个开头了。但是现在就是我最主要的哈，就是除了维护这个动物各方面哈，它的生态的资源。但是我现在要跟主委讨教的是，有时候我们猎人的权益哈，原住民猎人的权益也是跟怎么样保护动物啊，它的可能是有点背道而驰啊。就是当我们在争取原住民合法猎人权益的时候啊。但是动保团体呢，有时候是站在保护动物的立场啊，就是等于是伤害到我们一些原住民猎人的权益，这是这几年哈我所看到的，就是说，主委可能就是，事实上林务局这边，林务局这边也有一些是这个开有一些规定哈，有一些规定是不能随便野放，放生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像动物放生，有的是什么宗教团体，慈善团体，他们在日月潭放生，有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这些动物，像那个蛇啊，或者是这个会侵害影响的。实际上林务局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原住民呢，这个是要怎么样，这个能够争取到我们猎人的打猎的权益啊，那不知道主委有什么看法哈？因为我们最近经济委员会也在谈。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这是林务局这个您那个底下林务局在主管的啊，这个也是跟动物有关啊。那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我们这几年原住民去打猎的猎人呐 都会触法哈，被判刑的很多，所以我就建议野生动物保育法做一些适度的修正，但是引起动保团体的抗议啊，常碰到这种事情啊，所以那一次一读审查通过了之后呢，后来是还要党团协商啊。不知道主委，你对这个方面怎么样保障原住民猎人的权益，跟怎么样兼顾到动保团体的一些他的主张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没有？我想我很希望原住民以及动保团体都能够去参酌国外能够创造双赢的一些法律的环境，当某一种保育到某一种程度的话，它就某些开放，某一个区域它是一个核心区，是让它繁殖的区域，这个地方就连动不能动，我们都踏进去也不要踏进去。所以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全世界的保育界是有很成功的案例了。那我们希望对，那我们希望达到永续利用，如果不永续利用，当某一个族群是过度的繁殖，也把生态环境反而是没有控制的，那不好。所以我们希望以永续利用为一个核心来讨论这个基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但是除了永续利用之外，原住民打猎的这个权益哈，你不能说因为我上山打猎就触法了判刑了，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定？事实上，林务局现在有一个为了原住民传统技艺需要。可以猎取野生动物的一个管理办法，他们林务局有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也有规定说，我们在一定时间一定季节可以猎捕，在一定区域猎捕一定种类的一定数量的动物。这个都有，这个就是刚才照主委的意思照主委的意思这样做。但是现在问题是动保团体的声浪很高。那现在原住民上山打猎要干嘛干嘛啊？马上就被处罚了，被什么抓到了，马上判刑啊，都是判6个月以上。这个就是现在是动保团体他的势力比较高涨，那原住民猎人打猎权益都受到限缩，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才会想说，我们原住民打猎，你可以采照现在野生动物保育法，也可以采取一定数量的。所以我让主委知道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取得协调跟平衡。怎么样？人权也要顾到嘛，对不对？好，我们希望扮演平台，能够让
原住民的这个狩猎权跟动保团体动保团队怎么取得适度的平衡、啊、沟通，对，也不是说我们一味是要上山打猎去滥捕滥杀，不是哦。你们有定一定的季节种类嘛？而且是传统文化记忆需要，而且是不能有盈利的用途嘛？哦，不是贩卖到什么山产店，不是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要取得适度平衡。最后再一分钟好吧？诸位，我提醒你一下哈，前天我在这边有咨询国发会啊，现在我们全国原住民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农路的问题，农路。那你们农委会哈、水保局。啊，有定一个全国农路的改善计划，现在是已经报到这个国发会，但是国发会是有保留的意见哦，是针对补助的原则、补助的对象，他们有保留的意见。但是我问题是我们现在原住民地区还有很多偏乡地区，你没有农路的话，我们农业很难发展。我希望主委能够关心一下这一块，这个法案就这个计划在国发会那边，好不好？这个是农路的部分，水保局的。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孔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高志鹏委员。那我们预定在陈明文委员发言之后休息十分钟。谢谢。主席，是不是有请主委？好，有请主委。高委好。哎，对啊，对，我想大家都关心的是临安乐死的实施只剩下八个月了哈，那政府到底做好准备了没有？啊，坦白说，时间也不长了哈。那如果到时候明年的二月四号开始实施以后，有什么没有处理好的事情，这个账开始就要算在民进党政府的头上。那这几年其实有很多的改变哈，可以说是跟以前是要用不同的思维了哈。当然农委会管的包山包海哈，农林渔牧啊，可能其他的也当然很重要的业务了哈。但是再怎么样，就动物保护哈、动物收容啊，甚至安乐死这些。议题难辞其咎的，一定还是会到农委会这边来。那之前我在咨询时也提过，也当然希望能够跟主委来讨论的是，现在这个动物权益的意识日渐提升哦，是已经到了以前没办法想象的哈。以前我们大概这些所谓的宠物这些动物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用途。可能经济性，可能工具性，养狗是为了看家啊，养猫为了抓老鼠。可是现在你看到他们是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啊，再去做美容，做 SPA， 还有动物旅馆，连过世的都还有灵骨塔，他已经把它当成家人了。慢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再加上媒体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其实。很容易跟以前会造成落差的是，你在整个动物收容上面，啊，在整个啊这个相关的议题上面，它已经不容小觑啊，不能让我们再用以前的想法啊，比如说现在大家觉得最值得讨论的就是所谓这些民间的收容所，它会不会只是换个地方啊，公立的收容所收不下了？啊，假装什么名义送到民间去，那在那边就真的是狗咬狗。啊，这样这些问题，农委会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来监督啊，可以来甚至处罚啊的问题啊？那102年拍的这个纪录片《十二夜》上映以后啊，其实引发了很多回响啊。那我们也应该体认说。对动物的这些权益的保障才是一个能够迈入一个真正人权进步的一个国家的行列的哈。所以诸位，我要问的是，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的组织改造哈，他拒绝设立动物保护司哈，那农委会怎么样
还是非不这些非经济动物的一个管理的专责的责任机构。那现在在您上任以后，愿不愿意重新思考动保专责机构的一个位阶问题？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是你没有人没有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啊，你说台北市号称是24小时有专人啊来接专线，可是在去年也发生了这个台大附近发生了这只虐杀流浪猫大橘子的事件。啊，所善之都都这样了，那更何况其他地方。所以我首先要请教的是，诸位愿不愿意考虑啊设动物保护师啊或者相关的机构，或者说怎么样来统筹各县市啊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单位。报告高委员，那个有关动保的一个组织编制嘞，在未来的农部现在的规划是，他会成立一个动保委员会，那这个会离开畜牧处，而是直接直属主委室来管理。那算是什么任务编组？只是黑机关也没有编制？也不是，他是正式的，他几乎就是属于类似我们有两个科的一个能力。两个科，现在他只有一个科，那未来所以他会离开就脱离畜牧科，对，他会离开畜牧处，就是目前的规划，就是未来的农部。还没有一定什么时候可以啊？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正式成立？就是农部成立的时候，他就跟着成立啊。农部农业部成立的时候啊，农业部如果一直不成立的，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就不是我们能答复的啊。所以到时候这些。这那个保护动物团体也会来帮忙游说我们说，尽快让农业部成立，让主委变成部长。当不当部长，那是这个不是重点，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时候不必升格为部，事情做好了，升格为部，把事情没有做好，我们一样很难见人。所以高委员所关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时代变迁，大家已经把狗猫当作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是不是能够来把考虑在我们的户口里面应该加进啊，我家养了多少头狗，多少猫，另外一个户籍，对，户口名簿啊，我们希望往这方面发展。所以将来你如果这个狗的投诉没有普查的话，我们后续在末端的流浪犬，我们用使劲的很多方法，大概都没办法。我认为是很困难，并不是绝对没办法。但这个是源头，大家要给饲养主有一些责任，这些责任才能够分担，否则的话。大家对狗越来越喜欢当宠物当家人啊，你讲的说把它当作灵骨塔，甚至跟它一块入葬啊，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当人口数越少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希望去思考是不是将来能够把它有加入户口化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希望来研究对普查狗的投诉能不能有法源的依据？我们要现在以南投县，他到户口里面有，结果后来去查的时候不见了，就可以把它当成像是哦，那这个叫追踪，叫追踪啊，遗弃罪啊，或者是啊，等于当做弃养自己的家人，不管是尊亲属、卑亲属，是吧？那我们那个我们本来已经提的这个动保法的这些25条的这个刑责，可能又要再讲。可能我们自己现在觉得都还不够，如果照主委这样的构想的话，所以其实流浪狗大概有天生野犬哈、弃犬跟半贩养家犬啊，半贩养家犬这个有时候在中南部是你也比较容易看到了哈，他可能没有，他就会给他东西吃，给他水喝，但他就跑来跑去，好，那天生野犬其实是比较严重的。那我讲比较严重的是，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其实这种天生野犬是比较凶悍，比较
会咬人啊，但是呢，去通报的时候，他其实是身手比较矫健，可能是很难抓。常会发生什么？是你就抓别的，不管是抓人家这种半放养的家犬，或者是一般的弃犬，比较小只的、比较乖的，所以你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可能这些狗可能还是会继续伤人。这就典型的诬告偷家，被告受灾殃，等款，你根本抓错了啊。那这个常常也因为他其实没有专责的人，常常还是用当地的清洁队。清洁队有时候就是交代了事嘛，清洁队坦白说也不归你农委会管，也不归未来这个委员会管，也不归权责不分明的情况下，就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这个部分，就是最后请教主委有没有什么可以，是不是这个动物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可以协调各地各县市政府的相关单位，那清洁队其实事情也很多了啦，那未来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我请我们李处长来答。报告，目前对于这种有关狗的这种流浪狗，在一个人居住地方的处理，大概分成两块，一个就是只要是人居住的地方呢，基本上各地方政府呢，在处理这种抓犬的时候，都会跟地方的社区或者是邻里长呢去做沟通，因为各县市政府大家已经感觉到，事实上处理狗的事情呢。事实上不是在狗，而是在人，所以在人居住的地方呢，大概现在几个县市都用这样的模式在运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高风险模式，就是还是清洁队，就是通报了清洁队就去抓。哦不，那个抓狗事实上是专业的人，不是清洁队，不是单。现在很多地方还是都清洁队，都是清洁队抓啊。但是基本上这些清洁队也都有受过抓狗的训练。因为为了人力不足，所以都是有所谓的动物训练合格的人。哦，那至于其他高偏僻，就是比较，偏僻人比较少的地方呢，那基本上大概这个地方是属于高危险的地方，所以大概才会去主动。对，主任，你现在没办法回答没关系，你是不是想办法去研究一下，是不是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来通报就说，有看到一只有一只流浪狗，是一只可能是一只比较凶猛，就来了看到一只小的，他就抓了小的就回去就遵守。那问题也没解决，就这样的一个你也没办法向法官做人别讯问，说叫那狗来问说刚刚是不是你在咬人，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其实即便现在没办法回答未来在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怎么样协调各县市让不是只是在让清洁队去抓个来充数。然后能够做各种更好的控管，这个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好好的做一些研究？好，少部分是清洁队，大部分都是动保处或者是防疫所像屏东县是用防疫所。我说你技术上要讲，就是要精确一点的、啊，有时候也不能怪他来的时候是狗已经跑掉了，我就是要随便抓一只、啊。精准捕捉事实上是有一些困难呐、啊，因为狗是流动的。当通报说是这一只黑狗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我们捕捉的大队来了，到底周围有谁人来指证呢？所以这地方是的确有他的困难性。你们想清楚嘛，不然就是典型的那句“我告逃家”，所以告许不在用、啊。剪掉来源，事主的责任，这个才是源头管理，源头的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将来，我刚才跟委员报告说，没有我们可能你如果像这种天生野犬，你也没办法从源头去管控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这个可能真的会咬小孩，会造成伤害的、啊。这部分技术上面还是请你们多做一些研究了。好，谢谢，好吧，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主委，好，有请请处长，还有这个主办科的江科长啊，一起上来好不好？好，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在关心我们这个动物收容所，我们最主要是2017年的2月
我们就要开始实施这个零扑杀、零安乐死的这个政策嘛，哈。那前几天桃园这个动物这个保护员的这个检验长哈，他这个用动物安乐死的这个药哈来致敬哈，那引起社会哈非常的关心，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啊流浪狗啊这个问题哈。那事实上今天大家都很清楚哈，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狗啊猪哈，这些狗这些猫啦哈，都有将近有12万只左右哈。那虽然在104年，我们现在已经降到大概有7万7-8万只哈，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哈，现在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人道处理哈，所以现在的这个动物哈，却逐年在减低，但导致哈我们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动物收容所的数量都呈现一个爆炸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是一个目前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哈。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各县市哈，这个动物收容所哈，事实上也没有说全然每一个县市都有哦，像嘉义县市我所了解的，事实上也都没有，没有说吧，市长没有说吧，你知道吧？嘉义就是嘉义县里，嘉义县里还没有嘛哈，嘉义市也还没有嘛哈，哦，都说动物收容所都还没有嘛。那到现在为止，2017年你们就要零扑杀这个政策就要实施了、哦。到现在为止，其实你们的所有的配套措施都没有做出来，没有做吧，处长啊？报告立委哈、哦，那个目前我们是请各县市政府盘整他在收容所硬体的需要，还有人力的需要。那这方面呢，是中央就是跟地方大家在一起做的，所以地方的需要呢，中央这边我知道了哈，就是说中央现在是希望各县市都能够赶紧有所谓的动物收容所嘛，好、哦，这个政策是很清楚的啦。但是地方政府现在要配合这个政策，要开始找地方哈、哦、来兴建，事实上都会面临到什么样抗议嘛，土地的问题、哦。只要消息一出来就会抗议。哦，嘉义市本来已经选定了，开始要做了。哦，这个周遭的邻居就出来、哦、又来抗议了、哦、所以这个抗议、哦、的这个问题、哦、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哦、所以我是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重点是2017年就要实施、哦、零安乐死、哦、这个政策应该不会变吧，这个主委会不会变？这个是法律、啊、这是法律一定要执行。动物保护法2017年2月份就要开始实施零安乐死，这个法令已经颁布了，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是一定要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了哈，我们的农委会哈的基本的一个配套工作，其实都没有做出来。我不知道2017年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处理啊？处长，你们怎么做？到目前为止，就是除了刚才所讲的盘整县市政府的需要以外呢，第二呢，我们也是请各县市政府也根据他收容所的容量，也就是容量多少，就像那个水库理论，你的容量多的。不啊，我都跟你讲的嘛，就是讲咱即卖以即卖咱全台湾所有的这狗的这数量哦，12万只，哦，啊，即卖你即卖所有的当收容的空间是多少？所以现在目前，也就是说，你现在是说你收容伫咱的动物收容所，迄、那个空间吼，如会啊定义予因安尼，即狗啊底下，咱就怎硬吸死的安尼。实际上这个事情哦，事实上我们是觉得应该要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改善，而且我是觉得哈、哦，虽然动物保护法通过到即卖为止，农委会这工作拢无足具体做出来呢，这点是我们感觉遗憾的呢。好、哦，尤其刚刚在讲的哈，尤其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源头的管理，源头管理好像你们也没有具体的做法，有没有？报告立委，目前呢，第一个就是源头的部分呢，就是尽量结扎哦，这个假如是抓到的狗狗就结扎，那饲主的部分呢？除非有必要，不然的话也必须要结扎。
那这个源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减少它的动物来源。我是觉得啦，源头的管理啦，还有末端的管理，譬如源头的管理，除了这个结扎以外，我们是希望也是强制的灌注这个晶片，把进口的这个猫啊，狗啦，的总量要做一个管制啦，其实末端的管理也是很重要啦，但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既然2017年就要实施领安乐死的这个法令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到现在的整体的一个配套措施很难能够达到2017年安乐死的这个目标了。虽然你硬要做下去，也是不把他们这样吼，所有的这种吼啊，这个把它安乐死的这种方法而已了。但是你慢慢在流浪狗还是在增加吼，事实上对社会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地方政府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这里也特别提醒你。那另外我在这里啊，好，那处长你们回座，我要请教那个主委哈，主委，所以听说你最近这个就是要升官哈，升这些过去包庇梁山的这些龙梁使的这些官，有没有啊？听说是副署长要升国际处的处长啊，这个主秘要升副署长，这个组长要升主秘啊，副组长要升组长，全部就要升官了。什么时候要公布？啊，已经有公布了啊，已经公布了。啊，你不用这人袂使哟，这人过去伫国民党嘅政府时代做什么工作，你难道都不知道吗？你要升官，你要升官，你干嘛讲啊？对地方，对农委会有淡薄啊，在工作上有贡献，你才要升。你现在这些人过去所谓的这个混聪明的事件啊，包庇这些梁山，你难道都不知道吗？把一些这个劣质米混充为高质米，把越南米混充为台湾米，啊，这些人，安尼是咱民进党政府入来，谁拢让伊升官？啊，这是什么道理？你嘛给他讲一下，我听一下。这是什么道理啊？你到底回升这批人不行吗？你把这个中基的调到北基，从北基的调到南基，从那又是算什么？同样这一批人，你搞出来还不是这些事情？你难道没有人了吗？你难道没有办法吗？诸位，你这些人你这样子，你上台多久就集体他们升官？那过去的账就一笔勾销啊！陈委员，勿往勿纵。什么叫勿往勿纵？我想过去那些混聪明的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我想没有呢。反而这些梁山什么山水米呢、中心米呢，皆黑龙当时都是情节重大的，最后他们都变成怎么样？能轻轻的罚款了事呢？这些人，你今天都让他们全部都升官，这够道理？陈委员，这够道理？欢迎几花？我是觉得，真的在欢迎几花。但是我当我现在就是跟你执行，我绝对不会，我就跟你执行。我就是希望你好好了解，当年我们在这里主责这些人啊，这个包庇梁山啊，主责这些人啊，让这些这个劣质米啊混充我们台湾米啊，劣质米混充高级米，越南米混充台湾米的这些人，干嘛？即马回去，你即马等一个查看麦。这梁山干部也干有啥物代志啊？本来都应该要撤照的呢，最后都没有呢。那你现在还是用这一批人，还要继续，还要再让他们？陈委员，我们欢迎怀疑，还要再管理。我们欢迎怀疑，但是几花要交给我们的检调单位来调查。我意思讲，要升嘛，不是即马升啦，嘛不是即马升，后要即马怎一大家拢甲升？啊！你都在甲肯定你以前的做法啦，这够有道理。我来甲看讲，哇啦，要升嘛，小可想一下。陈委员，因为我们有两三位同仁退休，职务上要赶快能够就定位。
诸位，譬如讲，屏东县的农业处长来调来当分署南区的分署长，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人才啊。为什你讲啊，金雷金顶会好的农业局长，哪拢会当调来中央来服务啊？陈委员，啊，如果他表现不好，人不可。如果他表现不好，我们也会让他。你把这些人都继续在这个农粮署的这个圈子里在转，你还是这些人，还是最后还是做出那些事嘛？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嘛。好，我们短暂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主席，请主委。好，请曹主委。哎，张委员好，主委好哈，主委，我们今天是针对动物收容及源头管理制度来做一个探讨哈。那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啊，养宠物已经蔚为风潮哈。那这宠物的种类相当多种哈。那我不晓得说，就主委的认知了哈，到底有多少宠物的类别，你知道吗？嗯，你所知道的都养什么呢？这个宠物的种类非常多，嗯，有小动物，像蜥蜴这一类的，嗯，国外蜥蜴的哈，昆虫类的，对。那么现在国人比较集中的养的最多还是狗跟猫，猫对哦。那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啦哈，比如像蜥蜴啦、乌龟啦哈，这些都有人养嘛，包括小老鼠都有人养嘛哈。那如果说了哈，假设哈发生我举个例子啦，我举个例子啦哈，比如说呢，在家里呢，发现老鼠咬到小孩了，哦，那家属很恐慌嘛，哈，他就要赶快打电话啊，哦，打电话求救啊，结果呢，他们打电话给消防局，消防局说那个老鼠不属于我管的，哦，那后来呢，他说那不打给消防局，消防局说不属他管的，那就赶快打给清洁队啊，清洁队说我只有抓猫跟抓狗。我也没有抓老鼠，哦，所以到底要打给哪个单位，哦，不清楚，哦，所以呢，我今天要请问主委，也就是说，任何宠物啊，哦，它的权责单位是哪里？其实有很多民众是不清楚的，哦，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发生老鼠咬小孩，到底我们要打给哪个单位啊？我要坦白讲，哦，嗯，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请问一下吧。包括张委员，老鼠咬小孩是卫生单位。哦，对哈，是卫生单位的哈。那当然了哈，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不同的宠物了哈，都有归属在不同的单位哈。那我想基本上哈，应该属于农委会的权限的。哦，你们应该是很清楚了哈，哦。那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啊，针对动物的收容哈，哦，我想主委今天也报告的相当的清楚了哈，哦。那针对，我想我要了解，就是目前呢哈，哦，在台湾还有几个县市没有动物收容所？云林。云林只有云林吗？对。屏东。屏东是委托屏科大。屏科大。哦，只有云林没有动物收容所，为什么呢？云林是委托他的地区的那个兽医院，委托地区兽医院，对对，地方的兽医院。那现在可以，如果委屈地区的这个兽医院来处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至少云林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他在收容所的部分，因为农委会这边有跟行政院争取到公共建设，嗯，那到目前为止，云林并没有提出这个需求。哦，好，那我想哈，是不是这样子了哈？如果说目前还没有设动物收容所的哈，我们中央主管机关哈，应该来协助地方政府哈，来尽量哈，让我们的这个动物有一个安家立命的地方了哈。那因为2017年就开始连安乐死了嘛哈，那是不是就说哦，在这个部分哦，有正常的活动空间，让他们不要说因为暴挤而整个环境品质差，闷死了。我想这不是人道的行为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还是来协助目前没有动物收容所的地方了哈。那当然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目前哈，我们尽量走向零安乐死，因为我想我们都知道嘛哈，这个简姓女园长的事情哈，引起很大的这个内心的一番的哦。我想他本身是爱动物的哈，那也是要保护动物的哈。但是呢，在执行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同时啊。
其实跟自己内心相违背的，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一个解脱了。那我想在这个部分要朝向2017年的零安乐死的同时呢，我们在源头的控管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在源头的控管里面，我看到说主委也有提到植入晶片，那这个部分呢，有没有什么规范或法则来真正落实这一套措施？好，我们有一个三合一的一个计划，嗯，一定要登记植入晶片，然后给结议，那么包括，那这个如果不控管的话，后续源源不断，生生不息，我们后面再怎么样多一些捕手，我们都会落街。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呐、啊。我们同仁都是、几乎都在备战中。好，除了植入晶片，然后同物登记这些动作了哈，那节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去控制的话哈，那相对的了哈，它一直升一直升了哈，那甚至呢哈，就说如果你的法则也很轻的话，那它可能也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方面去控管了哈。所以呢，我们基于动保法里面哈，对于饲养主的一个弃养行为了哈，目前的法则哈，大概是什么样的罚款？大概5到10万。好，主委哈，这个部分哈，我想目前哈所处的罚款是15000块到75000块了哈。那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办法遏制这样弃养的行为哈？那再来呢？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弃养哈，或是不拟续养的收费，我针对这一点，我还是要提出一些疑虑的哈。来，我们看一下我的这个PowerPoint 哈。您看，目前哈。能够就是不拟续养的这个收费，只有几个县市，它有规定，你如果要放到我动物收容所里面，我要有一个收费标准。那有的呢，它是不收费的。那不收费的话，它就合理弃养哦，合理弃养，不受任何的规范。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因为如此而造成很多这个饲养主呢，他就合理的去弃养？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不是主委要做一些检讨？对，可以吗？我考量了很多，嗯，我到后来我有一个结论，对，我说我们养猫前应该把它纳入户口，嗯，好，而且每几年应当有一个果树的一个普查，嗯，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们实在是后边实在是无从，很困难，很困难。好，主委，我绝对配合而且支持你这样的做法了。那我想针对各县市这个不拟续养的收费标准，是我们中央能够拟出一套配套措施，甚至跟地方政府做一些沟通协调，如何才能够达到不要让这些宠物呢随便让人家就丢弃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再来呢，也就是说农委会针对我们有一些这个家畜所就是我们动保收容所我们动物收容所呢它的一些配套措施我觉得做得不够完善，所以才会像嘉义市很多的这些动物被闷死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是不是以后尽量避免其他县市再触犯这样的情形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也特别拜托主委了那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很短嘛所以没有办法跟主委探讨很多那等一下我们针对我们动物用药的这些管理法则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这些讨论了那当然我还是有一些疑问想要来跟主委就教好，谢谢主委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这个曹主委？好，有请曹主委。哎，委员好。主委好。
主委，我想今天呢，很多委员大家都非常关心动保的议题了哈。那包括本席呢，过去我们在立法院推动的动物零安乐死，明年其实就即将要上路。那明年即将要上路呢，我们必须检视现在整个动物零安乐死大家实质执行下来的成果到底怎么样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已经有11个县市，他们已经宣布他们要落实这项的措施。那对于这一些县市首长，他们愿意就是依着法令，甚至在法令还没有强制实施之前，他就率先来实施，我们是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的。因为其实整个动保可以看得出来，县市政府首长重不重视，事实上他推动的成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法令，那县市首长的决心跟他愿意投入的行政资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各县市的人道处理率到目前为止，就是像这个屏东、像嘉义县，他们的人道处理率都还是偏高的情况。那所以像这种比较落后的县市怎么办？农委会作为中央主管机关，本席非常担心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因应明年的整个我们这个动物零安乐死的法令上路，他们恐怕配套措施没有做好，其实是做不到的。那这个部分主委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哇，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执行都是在县市政府，对，我们应该要跟他充分的沟通，他的困难我们要一定要帮他解决，对，但是不能不作为，没错，如果不作为的话，最终责任县市首长要承担，农委会也要承担，是，所以这样子已经法令很明确，在明年2月4号2月1号就要上路了，我们应当台湾要走入一个文明国家，是，我们一定要大进步，即使是没办法0%，但是我们尽力做到了，我们一定要让百姓感觉到说我们尽力。那本席希望这个主委您刚上任了，我希望您可以好好去督促目前还落后的这些县市，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个图表，本席这边也整理出来，我想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中南部的县市呢，的确这个执行的状况都是比较差的，那所以应该要优先要去强化他们。像嘉义县，本席也之前去看过一趟，他们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第一线的，我们这一些就是动物收容所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虐待啊！他把他关在一个小小的铁皮屋里面，说那个是他的办公室。本席看了真的是傻眼。那他们整个收容环境也非常的恶劣，所以他们后来就是才会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说大量的动物只要进到这个嘉义县，他都是往外送，送到这个狗园去。所以在送的过程当中，这个整个狗集中在里面，然后又没有空调的情况底下，让狗这个整个死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做得不好的县市，中央有义务跟责任督促他们必须要立即的改善。另外一个本席要跟你讨论的就是说，事实上动物零安乐死有一块很重要的是源头的管理，源头的管理。那源头的管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绝育的工作、结扎的工作是最为重要的。我刚才听到处长在回答委员的质询的时候说，这个绝育工作非常重要。那本席就观察到了，事实上当时啊，我们在整个这个狂犬病、动物狂犬病幼獾的问题的时候，整个农委会是动起来，你们一年内就可以施打102万的这个整个疫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员能量哦。那如果当时你们可以一年内施打102万的疫苗，本席今天希望这个主委可以加紧去做的，就是说我们的绝育工作、结扎工作，我们现在一年这一个流浪的猫犬，如果根据动保团体的估计哦，每一年大概会有22万只，会产生22万只，所以结扎工作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部分，本席建议，我希望可以在短时间密集的，我们去实施这个动物流浪犬，特别是流浪犬绝育的工作。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主委可以答应？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专案，然后高强度、高密度，然后来实施。因为你源头没有禁绝的话，它真的是源源不绝啊！一下子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三四只小狗其实就生出来了。我非常同意王委员的看法。我们农委会目标从去年的11万我们增加到今年要结扎15万。15万的数字可不可以再升高？就像刚刚本席讲的，你们过去一年呢，光是这个因应狂犬病的问题，你们可以一年施打百万剂的这种疫苗，表示说为与不为，而且这件事是可以结合地方政府，特别是你可以先优先针对这个流浪动物比例非常高的这一些县市，就是优先来实施，不是说一下子全国实施，你应该是重点式的针对几个县市，然后你可以去调度资源给他资源，然后就强力的一段时间很密集的强度的实施。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动保界的看法，本协非常认同，我想你们也是认同，你们才会把这个整个绝育的数量往上提高嘛。我非常同意。如果这里我们多加一把一份的力量，是后面我们就有10份的效果，是现在我们有漏洞，后面我们比100份的努力恐怕都是没办法解决。对，那这个就是本席希望说，这个主委今天呢在委员会也可以具体承诺的，因为本席知道你们本来2015到2018你就有一个加强动物保护的行政效能计划，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希望你在这个计划里面再拉一个专案出来，就是整个的独立的针对这一些流浪犬的绝育工作，你的独立计划。那你独立计划出来之后，你独立的预算，你也让县市政府知道，你要钱给钱，要人我帮忙调人，但是我希望是在短时间比较密集的强度高的去执行，我相信一定会达到一定的效果的。因为今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也都讨论到说，你收容所就像主委你讲的，你收容所盖的再多，你的源头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落实绝育工作，盖的再多，你盖的速度也来不及它产生的速度啊！那你这样子问题还是无解。事实上，当时我们定这个整个动物临安乐死，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加强源头的管制。所以源头管制这一块，我想中央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地方政府应该要来落实跟配合，是不是可以具体的承诺？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加强力道来推。报告王立委，我想确实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那事实上，刚才王立委所提到的提高行政效能里面，很多经费都是在补助地方政府这方面的能力。那我们也很感谢，有些县市呢，它的公务兽医呢，防疫所或者是防治所的一个兽医呢，事实上他们也都用礼拜六、礼拜天出去协助地方在做结扎，这个部分我们也必须要感谢他们。是。那王立委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由我们来继续强化，因为这个能力，我们已经很多地方的兽医已经都礼拜六、礼拜天在加班了。我想我们也不忍心。我知道，本席其实希望跟你们讨论的就是说，其实应该是不要一下子那么多地方同时实施，量能是不够的。你可以锁定，譬如说这个以主委的这个原本执政过屏东来讲。屏东如果优先为示范的时候，这时候调度其他地方的兽医师的人力来支援屏东，我就很密集的执行，譬如说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可以精准的捕捉绝育大多数的这个流浪狗，你一个区域的这个范围可能就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是你先挑重点的县市来执行，你现在大家没有能力说哦，我全部20几个县市我要同步实施，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比较现在流浪犬数字比较高的，而且它流浪所这个收容所其实都还没有好好整建完毕，而且这个可能它收容量也比较少的，这种状况比较差的县市可以优先来做。本席给的建议是这样，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参考，因为源头管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这边如果做不好，后面收容所盖的再多，真的都没有办法解决流浪犬的问题，好不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主委。有请曹主委。哎，萧委好。
主委啊，我想这几年我们国人对于动物保护的意识也逐渐提高哦。那我们立法院在去年通过动保法的修法之后哦，大家对于临安乐死的这个目标更加的重视哦。但是当我们的期限即将到来的这段期间，我们也不禁担心哦，因为相关配套措施不及而衍生了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这段期间我们相关主管机关能够强化相关配套措施实际的执行状况哦。那么其中我们当然也相信整个社会的动保意识的强化是整体社会文明的指标哦。那我们更希望台湾在这方面能够尽速的有所进步哦。但是在执行面上面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各地方收容所的过度拥挤，而且环境条件不佳等等的问题。那我看你们的报告里面提到说希望能够跟民间团体来合作比照一些欧美国家由民间团体来委办跟经营的这个方向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民间团体其实有很多的爱心包括志工包括资源的投入也都存在，但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就是像用地取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来辅导跟协助那因为这个毕竟现在整个土地成本的提高对于要以这个关照流浪动物以及收容流浪动物为置业的这些民间人士在经营上面也非常的辛苦。报告肖委员，那个在用地部分确实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在畜牧法里面呢，有关土地变更的部分，就开了一个专门给动物收容部分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法规，所以这部分是可以比一般的所谓的畜牧产业更加的松绑跟放宽嘛，因为现在要做畜牧产业的用地规范非常的严格甚至是还有后续这个水屋的费用征收的问题那对于收容所都是非常庞大的成本，如果没有庞大资金的挹注，其实要来经营一个民间收容所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目前确实也有已经透过容许通过的土地变更的，那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就像委员所提到的，因为它跟经济动物不一样，所以它在水保或者是环保这个地方没有像畜牧的那么严。好，那除了用地取得的问题之外当然我们现在在推广的这个源头管理更是重要那我看之前主委曾经也提到，目前整个农委会也编列相关的预算是要提升收容所的相关的设施这个当然是需要做，不管是公营或者是民营的这些收容所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整个十几亿的经费比例上面能够做一些调整来强化这个犬猫绝育的工作，那这个犬猫的绝育其实才能够落实整个源头的管理否则这个数量不断的在倍增其实让我最难过的就是经常在各种社群网站看到这个犬猫不断的在生产，然后恶意的遗弃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源头管理这个不管多少收容所，你不断的在盖，不断的提升，其实还是问题没有办法获得解决。所以在整个预算经费的配置上面你们有没有规划要有所调整呢？谢谢肖委员，没有错，这个收容所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有15.8亿。那在结扎的部分，也就在社会发展里面，也有7.29亿，包括人力，也包括相关的行政作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不合理啦我认为这个用在于 TMVR 政策的推动在结扎比例上面其实是应该要提升那至少是跟收容所设施改善是等同的重要所以这样子几乎是2:1这样的一个比例，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是不是能够再做一些调整呢？小委员，经费上我们是可以调整，但是人的问题可能还是很重要，所以我
不晓得可不可以在这里做。所以因为你们投入这么多在硬体设备上面，但是就像主委刚讲的人的问题哦，那人的问题包括一般民众教育的问题，那也包括志工本身的训练的问题，那也包括我们兽医师人力在投入的问题，那也包括这个很多其他配套需要去做的问题哦。那在这个 TMVR 的推动上面，其实有很多民间的兽医师哦，也以志工的方式哦在协助，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城乡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哦，像六都相对来讲资源是比较充裕的，当然每个县市状况啊，跟首长本身的决心以及他资源的配置是有关的，可是在资源比较少，尤其是六都以外的这些县市里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在资源上面哦予以挹注跟强化哦。那在整体的这个比例的配置上哦，真的你一直投入在硬体建设上面哦，但是没有针对人的训练，没有针对源头的管理，没有在针对茶器方面，包括宠物繁殖场的这些不法繁殖场的这个不当的这个繁殖等等的这些作业上面哦，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决。也就是为此，我对于目前的这个经费比例的配置上面，我是还是有意见的。好，谢谢。这个我们很希望将来经费上可以来挹注，但我们总觉得台湾已进入到这个社会了，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请教萧委员，如果我们来立法来把它纳入户口，将来每几年就一个普查，这样的一个立法措施会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还要再跟整个户政系统哦来做一些讨论啊哦。那当然如果纳入管理哦，纳入管理当然是一个我们必要走的方向，也都是我们在这边立法一个共同的共识哦。但是纳入管理是否就是以户口的编制的形式来产生，这个部分其实是值得再讨论的。如果这个犬猫纳入户口，那我家的户数这个户口人数是会增加很多了哦。那家小朋友这个也很多哦，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于管理哦，而不只是一个形式是否纳入的问题哦。那么对于长期来讲哦，整个认养替代购买这样的一个国人的教育哦，各种的推广哦，以及对有动物友善，甚至是各种功能的这些动物，包括陪伴，包括疗愈，包括舒压，包括这个各种的训练哦，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再强化的话哦，也是可以在整体国人的教育上面哦有所改善的。好，谢谢。好，那这个主委刚刚对这个户口的纳入户口的这个概念哦，目前有跟户政系统在讨论吗？还是这是主委自己的一个想法？很多专家跟我这样的建议，说要纳入户口普查，我们才能够对于事主的责任彻底的教育跟规范。啊，这个才是源头最重要的部分。是啊，事主的教育跟规范当然是重要，他的责任当然是最重要的哦。那么，如果说纳入户口的本意就是要加强管理，哦，我相信大家这本来就是我们整个动保法的一个立法的意志跟方向。同时，我们很担心将来如果狂犬病有在爆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护我们的民众，又保护我们的犬猫。对，但是这个纳入也需要很多的配套哦，包括我们这个有纳入户口的这些犬猫是否它也都确实有绝育、有结扎，以及所谓没有纳入户口的这些动物们，他们的一个管理，也就是我们讲的无主动物哦。那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有这个相关的积极的一些结扎的措施哦。那最后在你们的资料里面哦，这个是写错还是你们政策确实是如此？就是过去我们犬猫这个绝育你们有一些数据哦，从103年的7万多只到去年的10万多只，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5万只哦。那过去是犬猫都纳入，但是今年这15万只的这个数据目前在报告里面呈现是只有针对犬只并没有针对猫。那这个是这个政策方向把猫排除掉，是你们是有什么样的考量跟用意吗？
跟委员说明，因为目前的一个重点并没有把猫的那个绝育排除，而是把，因为现在是解决流浪犬的议题，所以我们把犬的数量的绝育数把它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吗？优先顺序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政策其实我认为是不该排除了哦，因为现在很多民间在推动 TNVR 也相花很多的资源，其实犬猫是并行在做的哦。那我们如果去做排除哦，那在数据的呈现上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哦。我看到你们去年是犬猫都有纳入，那今年如果只讲到犬的话，那到底是这个落差有多大哦？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更细部的资料能够显示给我们？那我还是最后还是要强调，就整体的这个未来这19亿的资源的配置上面哦，还是应该做适度比例的调整哦，在硬体设施的改善是一方面，但是这个不应该比对人的训练、对 TNVR 政策的推动、对绝育政策的推动、对各种的认养替代购买等等的这个国人的教育以及责任的这个推广哦，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哦，其实是我还是要强烈的建议做适度的调整。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萧美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施义芳委员。施义芳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陈欧珀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蔡培慧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请曹主委。请曹主委。蔡委员好。主委好哈，我相信这个106年2月1号要上路的这个林安乐，看起来是具体的目标，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好，这件事情是非常多人关注的啦哈。所以在5月30号的时候，我们您在做业务报告的时候，我也针对应该做收容所的盘点，那个时候您应允我，就是说3个月之内要仔细的去盘点这33个收容所的现况，清楚的了解，才能够因应区域去做适当的回应。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做，那我们就持续的好好的去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做林安乐死，是因为希望能够做源头管制、源头的减量嘛？那您觉得源头的管制、源头的减量，我们可以有哪一些作为呢？对，这个林安乐死是一个很好的标杆指标，对，那逼得我们从源头的减量、迅速减量。那源头迅速减量，当然是要收容、要登记、要植入晶片结扎。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抑制它的生产量。那么可是还有一个漏洞，还有一个黑洞，是在很多地方我们摸不到的。对，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刚才很多委员就指导我们应该花费更大的心力在这个区块，以及比较不那么积极的县市，我们要同步，不只是当某一个县市积极，可能太多的流浪犬有时候会被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县市去。这个我在屏东县以前就经常碰过，所以这个是全国性而不是当某一个县市的问题。那么这样做，我们这个标杆列举这个纲目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目标呢？坦白说我很担心，所以我才想出说要把它有户口要加注，加注的话要加注于事主的责任，你要善待他，你要有教育，受过教育，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毛小孩，那么应该给他结扎，这样的责任事实上是最根本的。每几年我们要户口普查、农业普查、农业普查，顺便就把这个钱猫也加进来。那加进来的话，农业普查是会深入到他的农园，那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我们希望有一个法源依据来
作为龙椅普查，顺便全貌的普查、户口普查也把毛小孩加进来。对，啊、您刚刚讲说，在农业普查的时候要把犬猫的普查也加进来，但是我要告诉您，这里头也有漏洞。对，因为您觉得猫小孩的家庭在都市多还是在农村多？哦，在都市多。对啊，所以您的农业普查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啦。我也做了一些建议跟那个资料的查，就是查核啦齁。我相信刚这个萧委员有提到 TMVR， 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流浪的浪浪我们去捕捉、去结扎、去接种疫苗再放回去，这个是好事。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源头的减量。所以我知道您推广了很多的绝育，也希望能够去扩展来对，可能那个处长也专注这个议题。可是从那个监察院的报告他提出来说比例有上升，但是是从99年的 3.6 提升到104年的 4.9， 就是绝育的比例，这4.9%还是很少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县市，比如说台中市，比如说台北市，他们基本上在绝育是接近全额补助的，接近啦。可是其他地方呢，比如说南投，比如说屏东，比如说桃园好了，能不能做到呢？这就牵涉到刚刚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的经费补助要用在适当的地方。好、哦，那如果说有这样子合理的绝育补助的话，我相信会鼓舞更多人来带着他家里的这个猫小孩来做这个动作的啦。好、哦，然后另外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绝育这件事情只是贴贴海报吗？恐怕不是吧？您有没有去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这所有的兽医院里头做绝育做的最积极，刚刚您有提到嘛，很多的兽医师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也上班嘛，吼，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比较？就是哪里做得好，哪里很积极在做这个比较，有做有进行吗？哇，这个比较，那我怎么来？那请李处长跟江科长来回答。这个我所知道的就是屏东县。就是有一个许所长，事实上他在方面他蛮投入的，所以他都利用他的假期都在做。那我想这个不会只有屏东，其他的县市也会有。对，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全部都有掌握到，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所以我很想具体的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宠物登记跟绝育的绩效去选择各县市的最佳站所或最佳兽医院。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合理的这个奖励或者是合理的回馈，这样我们才能够让兽医师了解说，我不是只是贴贴海报在我的这个兽医院，我应该在这个比如说他抱着毛小孩来看病的时候呢，我可以来鼓励他嘛，就应该绝育，或甚至于说我可能看到有一些流浪动物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进入那个 TMVR 的这个过程里头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可以做针对做得很好的兽医院的宠物登记跟绝育绩效，我们来给他鼓励，您觉得这个可以做吗？非常好，我觉得对，那这就做嘛。委员，这我们会来努力。好，因为我在想说，我们要户口登记，这个是一个高标，可是我们最起码要在这个从怎么样进行的过程中逐步的去达成。那既然要逐步的达成，我还有两个事情想要询问的啦。刚刚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现在的繁殖场有一些是不法的啦。哦，那你们有去调查吗？收容所我们要好好的去调查，可是繁殖场呢？全台湾有多少繁殖场合法非法的比例有多少？目前合法的繁殖场取得许可证的有600多场。那非法的呢？非法的目前没办法那个明确的掌握。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调查非法的繁殖场呢？我们目前有处理的是在动保法授权下有一个违反动物保护法的那个案件的检举奖金，希望透过全民监督的方式来努力这一块。好，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可能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 Q&A，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非法的繁殖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非法的繁殖场啊，或者是有一些繁殖场，他会把做的比较好的就丢入市场，做的比较不好的就丢到收容所，所以收容所就是永远就是会接受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动物啊。所以我觉得繁殖场的管理也是源头管理、源头减量的一个核心环节。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观察到，就是不管是在您的报告或是您过去的作为，真的做的比较少，所以繁殖场的管理是不是可以来做？委员，繁殖场的管理部分，这部分我们会来加强。那我们现在也鼓励还有查缉，对非法的查缉，鼓励民众在购买的时候要来自合法的来源，这也是我们现在加强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有出生证明？目前要不要有出生证明？目前如果在合法繁殖场的购买，我们要他出具相关的证明。对，我觉得有出生证明很重要。那这个我很快的再讲。另外一个也跟源头管理有关的，就是大家会忽略的，就是犬猫的进出口。我最近呢想要去调查这个资料，我就发现呢，你们输出的时候是纸本的申请表，那输入的时候呢是电子的申请表。我看到电子的申请表，我觉得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去调过去三年的这个电子申请啊，然后去查核说，哦，原来这个输出输入到底是哪一些人在做，然后我们可以去回推他们的繁殖是不是合法啊。可是您知道吗？房检局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看到有这个表，我们去询问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三年的犬只输入入品种的统计表时，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输入犬猫检疫资讯网后台过于老旧，汇出资料分散，无法整笔汇出统计，所以这个汇整实物的操作有困难。台湾是科技国家，欸，这应该是最基层的科技，也就是 你把这些输出入的统计做好，一调可以调个几年都没问题啊。我们坦白讲，农委会的这个杂粮的进出口一调十年也都调得到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房检局要去做你们的这个统计汇整的这个资料库的重整，应不应该？是不是委员，是容许我说明一下哈？那个您关心的就是我们犬猫进出口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品种这一些了哈？那因为我们犬猫进出口主要是在做狂犬病的检疫，好，那个犬猫的品种是方便于我们做那个身份的辨认。那有一些输出的时候，对方国家如果没有要求，那饲主可能就没有填。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资料后台过于老旧。是我们过去的检疫标的并没有强制一定要写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委员觉得我们这个部分应该要建立，我们可以来要求饲主往后就来填这个部分。我解释一下哈，我得到的答案是告诉我说后台过于老旧了，所以到底是他不想提供资料，还是真正的后台过于老旧，恐怕你也要去搞清楚哦。我刚刚有请同仁弄过，就是资料本身是不完整，是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就不是我们检疫的标的。OK， 好，那为什么我觉得要把这个资料搞清楚？我坦白讲，今天繁殖场如果繁殖的很好的，他就会把好的特定的品种啦，不是每一个都有，他就会卖出去。我们当时就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个进出口的比例，举例啦 ，A 公司出口了30只，然后 B 公司出口了2只，我们就可以去回推说，它繁殖这么多，到底是它繁殖场的都是做商业使用，还是只是挑选特定的去进入商业，其他的送到收容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查缉的过程啦。我们很希望未来农委会可以专注这一点。我们来做这一块。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吴思瑶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曹主委。有请曹主委。哎，吴委员。是，主委高大，我们所有列席的官员同仁，大家辛苦了。那今天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探讨临安乐死的政策修法了，社会一阵掌声。修法了，然后呢？这是我们肩上。非常重的责任，诸位。其实我过去在台北市议会，我催生了台北市的动保处的升格，争取到台北市有 1.97 亿的预算。台北市有这么丰沛的资源，但是做的还是有限，更何况其他县市政府的资源远远比不上首都。首都都这么辛苦了，各县市政府怎么办？当我进入国会，我也知道这个修法完成
明年2月4号 deadline 就要到了。我非常惊讶的发现，我们的旧政府摆烂了一年多，修法之后装聋作哑了一年多，甚至有一些官员，我不好意思讲，是不是预期的心态，政党轮替之后黑不温到位代际，以至于这样一个政策利益良善的立法通过了修法了，然后呢，我们现在面对很多我们不敢面对但是必须面对的真相。下一页，这个是你们提供的基本资料，现在全台湾动物收容数量的现况，总可容纳的数量是7659只，载养量是6829只，换言之全台湾的动物收容的现况已经饱和 96%， 当中嘉义、新竹、苗栗、台南、宜兰都已经超标超过100以上，甚至像嘉义已经到193%，也就是猫狗为患，各地收容所的品质好吓人。下一页，人力，我想主委很清楚，幕僚也跟您报告过。我举台北市的例子，台北市这么好的，1.97亿一年，其他县市1/3、1/5不到。连我们的农委会一个科长对不对？三个技政对不对？三个约聘人员对不对？一年预算多少做动保这一块？要不要协助主委？目前的那个公共建设预算除外以外的预算大概是9000多万。欸、是啊，啊，如果加公共建设呢？不超过3亿吧？不超过3亿。是啊，人力物力不足，我们立法院会支持，赶快来拨破网，主委。更何况各地的70%以上都集中在6都。各地不想再发生，我们不想再看到这么多的动物的检查员或是兽医师因此压力过大，待遇低，离职潮一再的爆发，更甚者有人因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用生命来换取社会对于流浪动物保护动物的关切。呵，奥吉亚哈，这个也是农委会提供的。下一页，整个环境都没有健全，政策配套没有到位，我真的很担忧啊，主委。下一页，所以我跟陈曼丽委员，我们在上周紧急的召开了一个公听会，产官学研30-40个团体来与会，我们希望针对临安乐死的修法之后的政策配套做一个全面的爬书盘点，也希望让新政府可以愿意勇敢的面对事实，摊在阳光下，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够资源的，大家来帮忙。甚至有一些我们预见可能发生的一段时间过渡时期非常糟糕的状况，大家一起来承担。因为这样一个修法，我真的不客气讲，我认为诚意过高，配套不足，责任谁来当？拍谁？谁来担责任？新政府的各位同仁要担。下一页，容我很快速的把几个我们当天的公听会的结论跟主委做报告。我相信我们翁章良副主委都会做后续的追踪，包括我们要求3个月内农委会要提出一个临安乐死的政策评估报告，绝对不是今天委员会那短短的3页啊，主委拜托。第二点，因应临安乐死的政策相关的增加人力物力经费资源，协助地方政府采取的必要作为你们都要做，而且必要时应该宽列预算启动专案补助，主委这立马答应了吼，刚刚副主委已经答应了。第三点，在源头管制的部分建立饲主责任，强化落实宠物登记、植入晶片、杜绝弃养、有效绝育等等，这当中还包括有一些要修法的，譬如说弃养的罚则、喂植晶片可以不经劝导直接开罚，这些修法我跟陈曼丽委员都会提出，也希望农委会可以来配合办理。第四点，收容所的软硬体很多问题，我不赘述，你们就要去落实稽查，不容许任何县市政府的收容所因为要做一个好看的账面数字，然后用一些假借死亡的方式来虐待动物。第五点，在流浪动物的部分，是不是要执行精确捕捉，做不做得到？是不是要执行 TNVR， 做不做得到？你们要专案去评估。好，后面我不赘述，来，这是我们公听会，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你们的背榜，该增加人力物力就去做。好，
我现在抛出一个，这不是我个人的创建啊，诸位。关怀生命协会是一个长期关怀动物的这个团体，他做了一个友善校园的校犬调查，这是一个真的倡议已久，绝对不是思瑶我今天第一个抛出，但他真的可以演绎。我刚刚在教育委员会跟主委报告，我也向教育部长潘文忠请他全力来配合支援农委会。全台湾3885所国小、国中、高中，目前有234所有校犬，6%；高中的部分62所，12.3%；国中的部分94所有校犬，比例是12.7%；国小的部分有78所，3%。而在县市的部分，基隆市第一名，台东第二名，新北第三名，宜兰第四名，高雄第五名。这都是有成功的案例，有效犬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生命教育跟饲主责任教育的场域跟环境。下一页，我很快的举几个案例。台南企业德南国小校犬叫拉拉，它是全校师生共同决定、共同开会决定我们要去认养，然后我们共同票选把它取名叫拉拉，这是一个公民教育的贯彻，更是生命教育的实践。下一页。台北市我的选区福安国中有两只乌马跟哈鲁，他们很有趣。学校老师带着孩子去做手做的饼干、脆梅，来兜售给家长，然后来募资替宠物买饲料。而且这两只乌马跟哈鲁，也其中有一只哈鲁现在是在特教班里头陪这些特教生。协助他们灌注那个专注力，而有正面的成效。所以这个案例让孩子借由饲养这样一个认养的过程，去实践生命教育，学习生活技能，还能够融合特殊教育。下一页，高雄的辅英科大校犬叫布丁，布丁前阵子往生了，全校非常慎重，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这是不折不扣的生命教育。下一页，辅仁大学。44只校犬，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社团，20个人的社团 Doggy Club。然后呢，在学校他们去争取经费，盖了狗舍，来替这些流浪动物，而且他们还开放一个认养的平台。下一页，学校很有创意，还替学校的校犬做了桌历来贩售来筹资。学生也很有创意，做了一个校犬的地图来分享，在这个校园哪些角落有动保，需要大家伸出援手一起来关心。这有非常多的外部效益，有非常多的正面效益，这都可以从校园、从教育来开始。下一页，桃园市郑文灿前几天开始了。Cherry 是桃园市现在的狗明星，郑文灿说 ：“Cherry 校犬 Captain， 接下来桃园的动保工作就交给你了。”主委，3885所各级学校，我刚刚质询了教育部长，潘部长也非常肯认这样一个正面的效益。您是不是在这里承诺即刻启动扩大跟教育部门的合作，还有各县市政府的合作？不是强制，但是可以试行全面推广。3885所，一所两只就好。三只就好，各个年级一只开始来推演，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收容可以释放多大的能量？诸位，请回应。我欣然同意，而且非常敬佩啊，这个吴委员这样的建议。那么我以前在屏东县的时候，就开放校园让它一个结扎地方。嗯，很好。当时是校长都反对啊，可是我们认为说生命教育就是应该进入到社区。对，结果。啊，现在也变成学校已经没有人在反对了。像这样子的校园里面有了有这样子大家的民心的权，这是最好的教育，这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所以五大正面效益、一样是民间团体整理、关怀动物协会整理的生命教育的有效体验，利用犬只的地域性，甚至可以预防校外流浪犬进入校园。第三，这是一个可以帮忙校园安全维护的好方法。第四，可以为学校树立一个爱护动物的正面形象。最后一点，让学生由下往上，让孩子去体认人类跟动物的相处关系。Everything 都是教育先行。主席，再给我二十秒就好。诸位，我自己曾经制作了一出舞台剧《幸福的时光》，就在讲流浪动物的故事。我告诉孩子，我巡回学校去演，告诉孩子
要用认养，不要购买。告诉孩子，宠物不可以弃养。告诉孩子，宠物就是你的家人。而这样一个巡回的舞台剧，巡回了很多学校，我收到非常多正面的效益。我看到孩子都来拉着我说：“思瑶姐姐，我不要叫妈咪带我去宠物店买狗狗了，你告诉我我要去领养在哪里。”很多很多，就从孩子开始。而我刚刚抛出来的校犬计划，不是我的创建，是倡议已久，但是欠缺政策的强力的贯彻。我同意不可以强制。有些委员说要用把它当作校园评鉴的指标，我认为那太 over 了。但是绝对可以正面去鼓励，真的有很多的外部效应。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我也会持续来追踪。好，谢谢，谢谢诸位，谢谢。接下来请赖世宝委员，赖委员，赖委员不在现场。郑运鹏委员，郑运鹏，郑委员不在现场。吴坤玉委员，请吴坤玉委员发言。主席好，主委早好。那我想我们今天主委已经站这么久了，我看我就请李处长，畜牧处理。李处长好了，好，好，请李处长。好，那因为大家其实都谈到嘛，那安乐死的政策嘛，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安乐死要源头管理嘛，那我不晓得，好，下一张，那 我想今天大家也都看过了，那因为收容的动物之数非常有限嘛，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年都收容那么多，那也知道说那个品质真的是不好啦，好，那事实上我看有些委员也显示说，在某一些县市，很多动物都因此而往生的，好，那可能生活品质真的是非常不好。那我想这方面，好，如果没有从源头管理，我想我们的收容所再怎么盖，永远会赶不上那个收容树木的那个步伐，好不好？所以这方面我们来考虑怎么做源头管理，好不好？好，下一张。好，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处长，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做源头管理，那过去不晓得有没有稍微了解一下主要的这个流浪动物的来源有哪一些？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按照目前各公立收容所收容进来的犬猫，我们大概估计70%是来自于捕捉，20%是来自于民众的拾获，另外6%是来自于饲主的不继续饲养。那至于它的来源是属于是无主的，或是家犬遗失的，或者是所谓的自然繁殖的野犬，目前这个数字并各县市的那个状况不一样，所以并没有一定的一个统计。以上的说明。哦，这样子哦，那这样，如果来源都不清楚的话，那怎么做好源头管理呢？好，这个就会很麻烦。好，我想我们要做好源头管理，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厘清什么叫源头，它的来源各占比例多少，那这样才能够拟定政策来对症下药，来做好源头管理。好，我们下一张好了。我们的统大概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说啦，可以大概分为弃养或是放养家犬，然后在外面繁殖的，也有流浪动物，不如有那个。就是说，是如果繁殖场它可能繁殖出来的那个品种，如果不是需要的，不是很让消费饲养者需求很高的，它可能也会被弃养。好，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把它归于弃养。那统计大概，因为统计可能弃养的大概大概五分之一啦，其他很多都是如您讲的，就是流浪动物可能捕捉的，或者说因为家犬跟流浪动物。在交配 生产的那个流浪动物，这些我们应该把它 分清楚它的来源，那才可能做好源头管理的工作，不然的话可能很困难。所以应该建议这个畜牧处应该这方面稍微统计一下，好不好？好，下一张。好，那在这里就如果我们分清楚来源，那我们就可能比较有办法去解决。好，比如说如果弃养，那弃养我们如果能够好，那个本来在饲养嘛，或者在繁殖所，那我们就能够做晶片的移植，好，那就可以做登记、做登录，然后就可以做晶片嘛，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弃养动物的来源，好，就可能有办法管理。
如果豢养家犬，往往在很多的乡下可能会是这样子。那这里我们就可能需要做决议，还有登录好移植晶片。那 这里面可能需要我们有疫苗，尤其狂犬病的疫苗，好，这方面可能需要一些经费。好啊，如果流浪动物，我们当然是要大规模的绝育。那另外就是捕捉方面的，不是大规模的捕捉，而是做精确的捕捉。我想很多委员都提过，好，针对那些可能比较凶会咬人或是有什么疾病的犬啊动物，我们再来捕捉，不是我每一只都要把它捕捉。好，所以我看刚刚可能是不是科长讲的，就是70%来自捕捉，那会不会好就捕啊、可能这样子就捕捉的数目太多，那导致人力各方面好都会可能忙于应付，会绩效不是很理想。所以我想源头的管理应该分清楚你流浪动物的来源，然后才能够针对每一种来源我们拟定政策来管理。我想建立畜牧处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好不好？好，好，下一张。那另外就是我们领养啊、收容以后怎么领养？好，那我不晓得过去有没有去区分这种个人领养或是啊、收容所的领养，有没有在区分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这部分有做一个统计，按照目前的认领养的一个数字，我们大概80.5%是个人认领养，大量认领养的大概是19.5%。哦，这样子哦。嘿，对，那目前数量。哦，好，下一张哦。我们有做一统计说，根据104年发现说，领养的比例很高，哎，70%，表示说很多人都有领养哦。那我个人啊、不善于饲养动物，所以我就没有领养哦。那这么高的话，就是大概3个人里头至少有2个人有领养呢，哈。那我不晓得，我们正好站在询问台，我们有3个人嘛，哈。哎，处长、科长还有我，那我没有领养，那表示你们2个都有领养，这样对不对？我家有。哦，你家有啊？科长呢？我现在有1猫1狗，都是哦，都领养的啊。科长呢？我家没有，哎，对。哎，是啊，那这样也没有到70%呢，只有1/3而已。哦，是，这样也只有1/2而已呢。好，所以这个数字可不可以稍微精准一下哈？这可能是不是说我们有一些私人领养所，那我们塞了很多动物给他哈，那制造了很多的领养的数字，好，那美化的数字，这样可能就不是很好，好不好？好，下一张。好，那所以我们过去都啊宣导领养、代养、购买嘛，哈，那建立一下，真的就是说，因为很多私人领养所，他的资金有限的，他可能没办法一个人饲养太多动物。好，如果让一个人因为牺牲自己的财产来奉献自己的财产来饲养动物，那可能这样也是很不公平。好，好不好？好，下一章哈。那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做源头管理，那区分它的源头。好，那领养方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配套。那不是说一直塞给这个私人那个领养所，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受到影响。那对收容人来讲，事实上也是很不公平，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委员。OK， 中午不休息，然后就延长。我同样的是要请主委，曹主委。陈委好。曹主委好。我想你在我们那个环保界哈，还有对于动物的保护，我们其实也看到是一个过去的累积，大家都是非常的肯定哈。那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流浪狗的最大的来源是什么？主委您认为呢？事实上是弃养。您认为是民众的弃养？弃养以及流浪犬自行的繁殖。
流浪犬自行繁殖哈，那我想请主委哈，就是说我这边也帮就是说我们的农委会这边呢有做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其实都会觉得是弃养哈，可是呢，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犬呢，因为家犬都会植入晶片嘛哈，那大概有58%的家犬是有晶片，42%的家犬它是没有晶片的。那我们从那个就是我们的收容所那边呢看到了哈，就是说有晶片的这个流浪犬呢，大概是有4%是家犬的被抓过来的哈，大概是4.5%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58%里面的4.5%哈，它流浪出来，那我们就换算哈，如果是说42%的没有植入晶片的这些里面呢，如果也是4.5%哈，它可能会在外面流浪被抓进来，但是它可能没有晶片，大概是有3.3%哦。所以把这两个数字，就是4.5%加上3.3%的这个数字加起来的话呢，它是家犬的大概是7.8%，换句话说92%差不多都是属于无主的，无主的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在外面的流浪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其实我们要去努力的，要去努力，应该是我们的无主犬这个部分。那这些无主犬的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家犬，或者说可能是因为繁衍的第二代、第三代。那我想说，真的有这么多的无主犬吗？我想主委过去您的了解，甚至你在屏东县政府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么多的无主犬的这个比例是它是存在的吗？我们要看某一种定义，像部落里头这个狗呢，几几乎是串门子的，那么你很难讲说它是指于整个部落的。那我们像我们附近，我们在乡下的附近也有不少是果是很自由自在的存在，那这种情形，所以它可能不列入到家犬的系统里面，但是同样的它可能也就会列入到我们现在统计数字的92%的无主犬的这个里面来。在这里面，好，那我想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的委员的质询也都是非常担心，因为明年的2月4日就是临安乐死的这个部分要上路嘛，那这个担心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委员的担心了，因为我们也接触到很多的民间的团体，甚至有一些的人说不定也是要等着看民进党的好戏了，就是说明年2月4日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临安乐死的这一件事情，甚至我相信有一些的媒体也会在关切。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系统是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呢，很可能大家都是把这个东西就是随时会上这个网络去公告出来。那我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被一些的漂亮的数字美化。刚刚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委员他们会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是说，哎，我们好像收容的总数也都下降了29%，然后呢，我们认领养的数的比率呢也增加了50%，安乐死的这个数字呢也下降了44%，所以看起来我们的数字都非常的好看。好，但是呢，我们从跟很多的民间团体互动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事实哈，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对症下药。比如说，我们的人力是不足的。在各地方政府的人力不足，如果说全国是有31个，就是说我们的收容所哈，官方的，那这个官方的收容所呢，可能我们的人员平均一个收容所大概是七个人，然后呢，兽医师平均是3个人，可是呢，我们会看到哈，我们的人力不均，它是事实。因为呢，大部分的这个人力呢都在六都里面。那在六都里面呢，它占了70%，然后包括兽医师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人工作的人数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觉得是说，属于非六都的部分，它要去面对的困难更高。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收容所的这个爆满哈，几乎都已经96%。
所以几乎已经快要没有办法再呼吸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很多的这种狗狗呢，它是送到了一些的民营的狗场，送到了民营狗场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呢，它是会再往别的地方送，再会送到民营狗场，就是我们的收容所送到民营狗场，但是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它是会有一些的狗狗它就死掉了，那死掉的话呢，我们其实就非常的痛心，尤其是很多的民间的人是非常的痛心。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松散，过去的管理它是一个松散的，包括就是说我们的一辆的这个动保的专车只能够有20只的动物，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它放了71只的动物在里面，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就可能会死掉了30几只40几只，听说最后计算的话呢大概是有42只它就已经往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说管理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松散，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收容所送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松散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其实收容所送出来的时候应该就要帮他们打疫苗植晶片，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有打疫苗，这些70几只的狗狗都没有打疫苗，然后呢有植晶片的都只有2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管理松散，然后呢我们会民间的狗员他们就是会很痛苦，因为这个他们就发出了很多的求救，那他们的求救一般来说是对社会大众来求救，包括他们可能要募集一些的资源来买那个狗的粮食狗饲料，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民间的狗员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给他们的协助就很少，那甚至呢有一些的民间的狗员被人家检查也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有这种管理不善的这样的情形，那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非法繁殖场，非法繁殖场呢他们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弄一弄，然后呢就往外面去做这个能卖的就卖，透过网络系统来卖，不能卖的呢品质比较不好的呢可能就乱丢，可能就弃养，可能是把它变成垃圾，甚至呢有一些可能说不定是近亲繁殖，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身体的障碍，那有一些人就是说好像这个是一个狗的长照，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呢在我们主管单位我们都了解到这么多的事实之后，我们其实是很关心就是说我们的临安乐死它要全面上路，那我们可能会碰到的我们的人不足钱不足然后管理不足然后我们的教育不足很多很多的不足，甚至我看到了我们中央就是说我们的农委会里面我们的这个动保科，然后呢他在管理的这个部分只有9位9位的工作人员，科长1位，技政4位，然后其他的3位是约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说人力不足，其实不光是地方我们要去管那么多的单位，要去做这么多的一个安顿，甚至呢也要做这么多的检查，那但是呢我们的人数也不足，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让我们的主委在这个整个的公部门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农委会这边一定要有足够的这样子的人力和物力能够支援，要不然的话在明年2月1日上路我们就很怕他是要跳票的，那我想说如果跳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有的人幸灾乐祸，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很痛心，政策没办法贯落，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要拜托我们的主委放更多的资源放在我们的这个临安乐死的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也真正的在明年的2月4日上路的时候他就能够一步到位，他是成功的，我们就非常的关切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希望主委在这个3个月内，刚刚吴思瑶委员也提到了，我们希望3个月内我们有个很好的方案，然后能够对外做这样的说明，以上谢谢，非常大的挑战。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曹主委，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委员。主席、各位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先有请曹主委，那另外呢请我们张淑贤局长和我们卫福部的曾树香记政呢请准备哈。OK， 有请曹主委、署长还有记政。主委好。钟委员。
主委跟我们个人、啊、都非常熟悉了哈。刚刚有人问到主委有领养狗哈，那么主委应该对我看我的家人，甚至包括我们家的狗都应该也不陌生了。不陌生。那我个人呢是很喜欢狗的，但是我太太是很怕狗的。那你觉得我们生下来的小孩他是爱狗还是怕狗？我们判断应该是会爱狗。啊，不是，我的小孩爱他妈妈，怕他爸爸。那我当初呢，我的收养的这条狗呢，它其实不见得是流浪狗，它是我急着开车经过一个巷子，从巷口冲出来，我压到了它，它受伤。小狗受伤啊，我急着去找它的主人，结果呢，附近的住家呢都没有承认这只狗是他的，我只好把它抱去给兽医，后来兽医把它截肢，我就领养了它。我太太说，还好你当初不是撞到一个女人啊。那我想说的就是说，饲主责任，饲主责任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当小狗很可爱，你养它，你愿意留。但是在我们有些地方，饲主看到狗受伤了，譬如说像我这种情况被车撞了，他可能觉得说这只狗啊，还要我抱去医疗，他又不能又是米克斯的，又不可能跟我索赔，他干脆就不要了。这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饲主状况，我想猪也很了解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抱歉，让主委休息一下，我要请教一下哈，我们卫福部的增减制减政，我们的如果人类怕狂犬病流行啊，我们的疫苗一个人的狂犬病疫苗大概要多少钱？人用的？你要知不知道？我这边不是那么清楚，我来替他回答。好，来，我们局长，如果是就是被那个动物咬伤有疑似狂犬病的部分，对人呢？人的部分通常要先打一剂那个，大概费用要多少？你告诉我。要如果疫苗要打5剂，然后还要打、那個。你总数告诉我。2万3万多。3万哈、嗯。假如卫福部帮我想一件事情，如果说台湾狂犬病大流行，我们有2300万的人口国民要保护，你觉得这个疫苗的费用会不会吓死人？那个简政，对，是不是卫福部是这样子？你了解了哈？对对对。好，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今天我是爱狗人士，我是动保团体的支持者，但是社会上也有很多像我太太这样，小时候被狗咬过，他怕流浪猫狗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到流浪猫狗，其实站在政府的立场，最关键的因素，政府的义务是在防止流行疫病的发生。流浪猫犬在各个国家主要的管理切入的角度，不完全是为了动物权，而是为了人的健康权。局长你同意吗？ 是。好，那既然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费用卫福部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农委会如果是基于动物保育，我们农委会来做，但是如果是为了公共防疫，为我们农委会做好流浪猫犬的管理，花的钱虽然是农委会支出，省下来的疫苗费防止了未来流行疫病的传染，是不是省了卫福部的疫苗费用？一个人2-3万，你同不同意？简政、基政，是不是？是这样的哈，我会跟你们的部长说，以后这笔钱呐、啊，在中央政府的预算调度上，不能让农委会直接来面对，因为流浪猫犬的管理，除了动物权之外，非常重要的，对于不管你爱狗不爱狗，讨厌喜不喜欢，我们最重要的政府的介入的目的，就是管制流浪猫犬的数量。怕它成为公共防疫的一个漏洞，对不对？局长，你同意吗？这是你们的目的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的目的啊，我们在处理流浪猫犬的部分，有民众举报，地方政府就要去抓，抓了之后要收容。现在因为明年要实施零安乐死政策，它只有认养而没有安乐死，没有这个了。那我们就要扩充我们养它一辈子，对不对？这个钱要多少？这个钱。请我们畜牧处。好，畜牧处一起来，来，现在就留局长跟畜牧处来。所以呢，我继续讲哦，我们如果要走这样的路啊，其实呢，现在在提的 TNVR 这个很清楚嘛，捕捉，然后结扎，然后呢注射疫苗，然后呢放他回去，是不是这样子？目的是什么？局长，处长，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如果我们提倡 TNVR， 我们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捕捉、绝育、疫苗、原地放养，也就是在社区的地方呢，它容许这样的一个动物在那个地方存在。好，如果基于公共疫病的防治，我们要做两件事情：这些无主的猫狗，它如果注了疫苗，它不会有狂犬病，不会有这些流浪疫病，
就安全了。但是为什么要绝育？因为如果要不断的生，我来不及打疫苗啊，所以我要同时做绝育，对不对？所以源头的数量管理跟注射防疫是同时并进的。那请问这个事情谁来做最适合？农委会、地方政府有足够的人力做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散布在我们全国各地的兽医师。其实流浪猫犬怎么来的？流浪猫犬有两类，一类是人类弃养出来的，一类是在野生的流浪的状态下它自行繁衍的。后者我们很难管理，前者我们可以杜绝。任何饲养猫犬的人 他一定要去看兽医。兽医现在呢，我们农委会的政策是要他植入晶片，要他登记饲主名字，然后未来呢，这只狗这只猫出了问题，我们要找饲主责任。换成你是那个公民，你是那个饲主，今天有人要把你绑上一个链子，以后出事要找你麻烦，你要做吗？以人性来说，有棒子在后面捅吓的、恫吓的，他就干脆不来了。但是如果你是用奖励的，你是说你来了、哦、我有这怎么那么快、哦、还有两分钟嘛，吓我一跳。我有鼓励的因素，我要告诉农委会的是什么？像我这种爱犬的啊，你没有奖励措施，我都会去乖乖的把那只三条腿的狗送去结扎，送去植入晶片，送去挂牌，这笔钱我舍得花。反而那些未来有弃养可能的饲主啊，低责任感的饲主啊，他反而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你越严厉，他越躲给你追。但是这些未来成为高风险的流浪猫犬的饲主、低责任感的饲主，你怎么样让他进入你的结扎系统？奖励，透过什么管道去处理？兽医。我这边有一个资料，目前我们的结扎费用平均3000到5000，我们公费补助啊，母的呢是1200到1500。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你进入补助之后，还要饲主负担呢、啊，饲主没有这个意愿。但如果反过来，你不止全额帮他负担，你还给他一包狗饲料、一包狗饼干，我是贪小便宜的，我就把我的狗带来了，我不用付钱嘛，还会有狗饼干嘛。同时，兽医师目前收费3000块一只，如果公费大量的补助，兽医师可能说啊，几千块我得来折啊啦，千里块我得来折啊啦。所以我是觉得农委会在这个流浪猫犬的管理上，要把兽医师纳为你的下面的执行单位，要把动保团体作为精确捕捉的助手，而且农委会要宽列经费，除了用惩罚管理的制度思考，要循着人性的诱因，给予经济诱因的奖励，鼓励饲主把他的猫犬做绝育，然后呢，你再来专心的透过动保团体来对付这些流浪的猫犬当中，透过 TMVR 的方式控制它的数量。这样子花的钱绝对比临安乐死你后端花那么多钱去帮他找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养他，也省过于未来发生的流行疫病，卫福部要花一个人20000的针剂费用，农委会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划算？处长你觉得怎么比较划算？事实上农委会在当初推广有三合一的制度，也就是中委员所提的，我们是当时是有。那你们有没有编列经费做这个事情？委员，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3年，不过那个经费不够，受限预算幅度，好，那个数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今天很可惜没有把卫福部找来，我会持续，虽然我不是卫福部的委员啊，卫福委员会的委员，我会持续的跟行政院建议，未来农委会做猫犬流浪猫犬管制的这些需要的经费，应该跟卫福部啊共同来商量，因为前面这边花钱，后面就省很多钱。卫福部今天只来个简政稽政，我看他也不敢讲什么话，但是我会帮农委会继续争取。好，那也拜托主委，未来人在行政院会的时候，我们会给你支持，但是希望农委会要编列足够的预算，透过合乎人性的经济诱因，鼓励饲主，尤其是低责任感的饲主，从源头将这些流浪猫犬的繁衍的数量管理好。这样子日后我们省在未来万一哪一天发生的流行疫病，花在人类疫苗上一个人20000的钱是省很多啊，绝对划算。拜托一下啊，要拜托曹主委哈，我们在行政院共同来争取，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翁委员。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蒋委员、蒋委员不在现场；简东明委员、简委员、简委员不在现场；何新纯委员、何委员、何委员不在现场；赖瑞龙委员、赖委员、赖委员不在现场；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现场；徐祯蔚委员、徐委员、徐委员不在现场；蔡益瑜委员、蔡委员、蔡委员不在现场；周陈秀霞委员、周陈委员委。
周成委员不在现场，郑天才委员、郑委员不在现场，古拉斯委员不在现场，钟孔绍委员、钟委员不在现场，高金素梅委员、高金委员不在现场，刘建国委员、刘委员不在现场。好，请问在座的委员还有没有要发言 ？OK， 我们请管碧玲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主委好，流浪猫狗的安置、处理、照顾，以及宠物的管理制度，其实在我国已经成为非常急迫、刻不容缓，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制度来建立的时候了。那我们很希望说，主委在上任以后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全盘的规划，然后很快的，我们能够让台湾成为一个关怀生命的、重视 non-human right， 也就是非人权，好的一个文明的国家。那有关这个部分，当然刻不容缓的部分，如何的在短期内用专案的计划，全面的落实结扎，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还有诸位，您刚刚提到的未来要建立宠物的户口名簿制度，那也是一个可讨论的方向。但是在建立户口名簿的这件制度上面，我们如何的去全盘的建立一个管理制度，在那个管理制度之下去安置户口名簿制度的地位，以及它的功能，它可能产生的效应，这个也希望主委能够好好的审视跟考量，否则我们很担心说在建立制度的这个过程之中，反而会造成一波庞大的弃养潮。所以种种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急迫，但是又非常的复杂，需要全盘的规划跟细腻的处理。这一点我们希望主委您就任之后能够赶快的让这一切上路，好好的去全盘的规划，好不好？好，谢谢。是，那您预计这会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吗？我凡事都要坦白以告。对，我们也不会好不合理的要求。明年二月四号上路。明年二月十号以前会把所有的制度规划完成，让它上路，是吗？上路。好，但是是，我要坦白讲，是我没办法做到100分，但是我们要要求。我们要从现在分数要进步到更文明，而更关怀生命，对的一种境界。如果我现在就跟大家承诺，说我们做得到，那坦白讲，我了解这样的支票，我不敢讲。明年二月以前是吗？对，好，我们愿意，好，愿意给主委时间。我们很希望说，在座所有相关的各部门，你们能够配合主委的这个时间表，不能拖，只能提前，不能延后，好不好？好，好，谢谢主委。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关心我们的远洋渔业条例它的进度跟时间表。其实立法院这边随时准备要进行朝野协商，等的就是农委会这里，你们也准备好。主委，我们随时可以协商，这一点希望主委可以了解， 好不好？如果台湾，我最近请渔业署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图，到底是像渔业署所说的国际。这个委员会对于我们区域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纠正是有一些是冤枉的呢，还是说事实上台湾的渔船他们在 IUU 的部分确实表现不好呢？我们很希望渔业署赶快给我们建立一个图像，根据这个图像该重罚我们就重罚，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协商的结论，这样好不好？好，那我要请问的是主委，欧盟最近的动作是什么？事实上，欧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对，这几天上一次我们要送朝野协商的版本是有意见的，而且很关切。我知道，譬如说，譬如说，我们把“故意”两个字加上去的时候，欧盟以他们对于语言跟法体系上面的不了解。他们认为把故意这两个字加上去，对我们来，对他们来讲无法接受，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主委这是可以沟通的，因为法律上我们有成立一个违法事证，一个违法的犯行，而应该予以惩处，本来就是只惩处故意犯，所以有写故意或者没写故意，法律都只惩处故意犯。那这一点欧盟不了解，所以他把法律只惩处故意犯的故意，我们形塑于文字的时候，嘿，欧盟无法接受，然后对于我们协商的版本就造成很大的误解。现在欧盟想怎样？欧盟有恐吓要给我们红牌吗？确实，这个威胁。欧盟怎么威胁？相当高。他怎么威胁？欧盟的威胁来了吗？我们驻欧盟的比利时代表是。给外交部、给我们渔业署、给国安会，的确是欧盟准备是要寄红牌。欧盟准备寄红牌，对，这是我们的外管派驻在外管的人员送回来的情资，是不是？已经送回来这样的情资吗？已经。所以我想，我们跟欧盟之间的沟通有必要迅速的来进行，好不 好, 好？那另外，我们在跟欧盟代表的对话当中，其实欧盟的代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欧盟对于是不是给我们寄红牌，不只看我们的修法或者我们的立法，他还要看其他的部分。所谓其他的部分是什么？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我们行政部门的执法，我们行政部门未来执法的心态，以及我们行政部门过去执法的这个成绩，其实那个也在欧盟他是不是要给我们寄出红牌的一个考量的范畴。本席在跟欧盟的对谈之中，还有对这整个事件的了解当中，其实这种沟通过去实在是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譬如说以罚款来讲，欧盟认为加重罚款才对，那在我们的法律的修法过程之中就把罚款加得很重。其实本席下去了解以后，发现渔业署的看法，我们国家原来的法体系虽然罚款非常的低，可是我们扣照的制度很严格，也就是我们是用扣照，一扣就3个月、9个月、12个月，让你没有办法出海。我们是用扣照的制度非常严格的在处理这一块的罚则。可是欧盟可能看到的，他是看到我们的罚还这么的轻，他们就认为我们的法律体系太宽松。好，那所以有关于这些部分双方的如何的沟通，本席希望在我们朝野协商之前的这段过程，希望说我们农委会跟欧盟之间在用好最大的沟通的效率去好好的做这些沟通，那我们立法院也开始来进行朝野协商，这样好不好？好，好，谢谢，支持。好，谢谢关委员，谢谢主委。请问在座还有没有委员要发言？好，请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好，本席邀请曹主委。有请曹主委。哎，林委好。主委好。主委辛苦了。今天大家一起来关心，我想跟主委讨论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2017年2月要达到零安乐死啊，我们对于这些流浪动物的一个照护。那主委在今天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哈，这2017年2月那零安乐死的目标，第一个首先我们有人力上需要来补充达到，要有22名的兽医师，50名的管理人员，我认为这是最少了。好，那我不晓得说未来这些人力啊，是要如何的来补足，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派人，还是我们中央派人啊？那这些新增的人事经费啊，要怎么来？目前地方要求我们就立刻给。啊，所以我们农委会会补助地方人事预算的经费。对，好，关你这个部分哈。好，那同时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收容动物的硬体方面，啊，每一只动物呢需要有5平方公尺的一个空间嘛。那我不晓得多少个县市做到，目前有多少个收容所达到。我一起问完好了啦，哈。
主委，因为在全台湾的33个收容所，那我们曹主委也刚上任了，我想你大概还没有机会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过了。啊、还没有去看。还没有去哈，未来有机会，那主委应该可以到地方的时候，这些收容所你应该要去走一下，就可以知道大概我们现在流浪动物啦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呢、啊？就我们农委会所提的硬体要求法规规定啊，一只动物要有5平方公尺，你就会了解到，其实离这个目标还差得非常远、啊、现在流浪动物啊非常拥挤啊，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外啊，有很多的收容所，它根本在过去设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什么保护动物的这些观念、啊、非常的不用心呐、啊。那些收容所很多直接设在垃圾场旁边，诸位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确环境实在是非常不好。我可以直接点给主委做参考了。我们有11个收容所、啊、就直接设立在垃圾场旁边，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苗栗、南投、彰化、嘉义市、嘉义县、花莲、澎湖县，还有基隆市，这11个县市的收容所啊，它就直接选在垃圾场，所以这个气味啊、环境啊、蚊虫啊，你就可以想象啊，所以当时是把流浪动物哈、哦、当成垃圾一般呐、啊，所以就随便盖个地方铁皮屋啊，啊，那找一个什么位置最好，最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管，就在垃圾场旁边。台湾啊，33个收容所。有11个，1/3的收容所设在垃圾场旁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以现代的观念来看，这非常不应该，也不适当，所以我们应该优先改善这些收容所的一个环境。那其中呢，诸位也提到我们希望在107年能够达到70%的流浪动物啊，是在我们公立的收容所里。我不晓得这个目标做得到吗？好，也就是说，流浪动物里面有70%是在我们公家所设立的收容所里面。第一个，你要做到啊，因为在今天的报告我看到了。那其他30%呢？那其他30%要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要来做的哈。这是我从今天农委会给本会的一些报告里面啊，我提出来给主委您当参考。我特别要提到台南市，台南市在很多喜爱动物的人士里面啊，这几年给台南市政府啊，给赖清德市长很高的一个评价。其中有一点就是零安乐死，零安乐死。我给主委参考几个数据啦。台南市政府呢，那个从2011年啊开始执行 TMVR， 但是在2011年那一年还有8400只执行安乐死。2012年7059只，那就少1000多只了。2013年在几乎一半了，4400多。从2014年的3月以后，台南市没有执行过安乐死，也就是说，从2014年的3月以后，台南市的流浪动物收容不再执行安乐死。那为什么达到安乐死？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台南市政府大概有几个做法啦，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其他县市当参考。在柯文哲市长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台南访问，啊，他请我帮他安排几个行程，他可以作为市政考察的，我就特别安排，也是在我选区的台南市立动物流浪动物收容所，就请他去看。那硬体之外，我也特别跟台北市啊，跟当时的柯文哲市长讲，希望啊，很多县市都可以达到零安乐死，台南市做得到，其他县市也做得到啊，尤其像台北。那台南市当时呢，成立了为了达到零安乐死啊，做一个流浪动物的普查啊，甚至成立了动物保护的管制队。所以呢，我们希望未来农委会啊，在相关方面就可以让各县市。把零安乐死列为他们的目标，鼓励大家来做了。
让台湾哦，这个不要小看这样流浪动物的处理哦，这个得到啊国际的一个尊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个普查啊，我们各县市的公立的动物收容所，它都有一个最适当的收容数量。好，就是说它原来硬体设计啊，大概就有一个原计划啊，要准备收容多少流浪动物。那现况啊，现在实际上收容多少？我不晓得，我们农委会相关单位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吗？报告委员，我们目前全台湾的各公立收容所的最适收容数量大概是6300只，那以目前的收了多少只？目前的一个这个时间的收容量大概是7500只左右。哦，所以我们曹主委应该听到了，你看6000多只，超收了1000多只呢。啊、哦，所以你这样算起来啊，超收大概快20%。啊、哦，那这样子的超收数量，那当然流浪动物它可以被收容的空间，那一定就非常紧迫了。这是整体数量了、啊。相对的，有的县市就做得好，那有的县市就做得非常糟糕。好，我的数字是6563只了，就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公立的动物收容所全部加起来，应当收容不超过这个数量为一个标准那实际上啊，远远超过，达到7500只左右了。我们希望像这样子啊，逐步的把问题应该都很清楚了。啊，其实，在曹主委上任之前呢、啊，应该都很清楚，只是政府重不重视流浪动物的问题而已。如果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开始做，哦、我举台南做例子，台南做得到临安乐死，那我们其他地方应该都可以做得到。那希望农委会能够调整啊，也给我们地方资源、人力、经费啊，我们对于流浪动物的问题一起来努力。好，我们谢谢主委啊，谢谢主席。好，谢谢林委员啊。谢谢林委员，谢谢曹主委。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外，都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那么，委员管碧玲、邱志伟、邱义莹、苏正清、刘建国、庄瑞雄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那么呢，关于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刚刚已经询答完毕，接下来要进行广泛讨论。请问广泛讨论有没有人要登记发言？好，没有人登记发言，那么我们会另定期继续审查，以进行逐条讨论。所以本日议程处理到此，散会。因为我们的委员不够，所以没办法那个审。